吉娃娃。纯野吉娃娃。开始游戏。哎呀，上帝月，今天开始就要开车了吗？耶！谢谢订阅。我要单独把聊天室拉大，这样我才有办法看到所有的聊天，不然他每是次都会说卡点。中文吗？对，哎，好我像现在语可以音改是中吧。文吗？哇，谢谢曹达送订阅。我测翻新房间给你，我去测试一下，我现在语音是不是中文？好，等下换我测。选项其他不对，控冰制不脑对，丸。音讯，给我们个信号。哎，不会吧？我现在不是那个吗？相给我们个机。信号。完了，我现在语音是什么？你现在是英文啦、我 give us a sign。啊？哦，突然全 Give 部 us 不 a 行。sign。对，我现在语音是英文诶，再一次哦。Give us a sign。失败了。Give us a sign。完了，我没有设定到正确的语音辨识，惨了。给我们个信号。哦不，又来了，会没吗？买没钱，这时候只好出动。只好出动中国朋友了。拿水，拿个水，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给我们一个信号。怎么声音那么可爱？不行，不行，我要重开游戏了。糟糕！主播今天吃宵夜吃什么？我刚才喝完一碗热汤。再一次，这是我 LV 五的，真的哎，今天真的 LV 五了，突然，好突然啊！谢谢大家。给我们一个信号，再一次。给我们一个信号。好了，给我们个信号。完了，语音测试又测不出来，为什么？Give us a sign。难点。今天很开心，耶！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分享一下，给我们个信号。完了，突然听不出来了，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我把简体中文那个删了？喂，我没删啊，那我也离开试试看啊。Shit！影像、音讯测试，找回英文看看，给我们个信但号。这样好像要重开游戏。有诶，我听到嘞。Give us a sign。哦，英文。Give us a sign。哎，那如果假设我调回中文，然后用简体中，哎，繁体中文的话呢？可是他只能读简中哎，试试看。好啊，给我们个信号。今天又是那给个我吧，们语个音信号。台，测试语音台。没有啊，是突然他不行了。Give us a sign。那我可以继续点饼干啊，游不行！戏。如果要安装的话，请关闭并重新设定，以及任游何语音的那戏，个键，然后重开。哇，好不啊，会，应该不会太难，一饼测出来我就干，可以，就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啊。那你大哥不建议你们。耶，173趴，谢谢今天订阅的所有人。哇，我188了。谢谢杰兰，还有谁？刚刚有好多人，但是都被洗掉了。哦呦，
去看一下。谢谢贝里哦，送订阅。还有谢谢 Lumini 送的订阅，还有东东哥，东哥送了5个订阅。还有手聊，手聊。啊，你有看到吗？手聊。嗯。你有看到吗？看到啊。谢谢哦哦，认真看台。啊，你选了这个角色了？给我们个信号。没有啊。惨了，给我们个信号。哦，在英雄见面可以使用英雄易容。给我们个信号。我哭啊，还没办法。哦。给我们个信号。完了，又来了，给我们个信号。看你要氪金了、啊，他的这个。哦哟，为什么又来了？给我们个信号。谢谢 Gui Ren 1998 Gui Ren， 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哦、oh, 不，我想要用，我不想用英文，我想用中文骂他。我是觉得上次开到地方 ，Give us a sign， 肉有挖掉了。为什么？为什么英文就可以，中文不行？只是他前后的地方会有一点微肿，我不知道为什么。Give us a sign。嗯。搞什么？哎呀！可是我现在明明就是用中文的，中文的语音。喝水水咯，因为他们网络爆了，再喝大口一点。嗯，为什么你的名字叫温阳啊？你是谁啊？英文讲的比中文好。去你们！这种名字叫温阳。再重开一次，然后这次重开的时候，我预设是中文。车车开起来了，谢谢你们。还有1000个小心点。温暖的小太阳，那种不叫暖阳，还是暖太也可以啊。英雄，给我们个信号。暖太太，或温太太啊。Give us a sign。温太。要到机不行编了，要到机惨了。温太太惨了。这款游戏截不到。今天在搭车的时候，看到小雨给我们个信号，就小雨也没有接成功。等他测试好完了，我这次明明就有设定，为什么他这次没办法那个了？怎么办？李阳，哎、欸，错，好要李阳。哎、欸，为什么我调成中文以后，他会自己变回英文？什么？哪里调？你说 Windows 吗？但是语音设定那边，语音设定，对，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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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我只要调回中文就会那个、欸，那完了，那意思是说现在只有日文可以用？哦不，哎不，还是没开台啊？然后今天又是日文台了吗？你有？我有啊。あ、ビールしてください。你是闲置啊？我闲置什么？我的聊天室都已经在聊天了哎、欸。哦，你是用 YouTube 开啊？不然你我在哪里？我以为你也在Twitch。我Twitch已经离开一年多了。哎、欸，我离开Twitch，他结果把我的那个实况伙伴的那个资格拔掉了。离开太久了吧？你对就是对你对他没贡献。请戴上耳机并获得最佳的游戏体验。真的有点久我那时候离开去 FB 直播的时候，他就把我狗狗拔掉了，所以我才想说那边不待了，就算了。对啊，好了，这次应该有了，看好了，给我们个信号。有了，果然他一定要安装输入法，哎，很奇怪，很诡异。对啊，那我们来试一个方法。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信号。可以，可以。我要怎么把这个情况录给我朋友看？啊，我的饮料都来了。我把这个画面录给啊，这个有趣的画面录给我朋友。你快去大集结，你快去大集结。
一下哦。这边还可以。等一下，把声音调大一点。然后，给我们一个信号。好大声，吓到了。OK， 录好了，录起来了。我桌上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应该都在地上啊。我看一下，那个5×5的音效卡。噔噔噔，一万安安。OK， 传起来了。这么可以用罐头？这不是罐头音，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哇，好好喝！你测成功了吗？啊？你啊？你的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我连我朋友的声音都成功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用中文骂他了。但是那我们上次玩的那个板子，顶多也只有你几岁而已。对啊，没有啊，超无聊的，应该要再多一点呢哈。那我说，我觉得那个板子能提供到能够回应的问题有点少。那板子可以回应到，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在大图的地方找到他、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远一点的地方问，因为他走过来要很久。他可以问他说什么？你在哪里啊？他就年纪啊，怎么死的啊之类的啊。对啊，可是就英文要好一点才读得懂、啊。那个要看多久？他不是慢慢拼的吗？啊？对啊，他就慢慢拼啊。那个要慢慢拼 ，upstairs 对的，要自己看很久。对，我在看拼 upstairs 拼超久。然后如果它是显示数字，比如说110的话，它一就在原地不会动，所以可能会变成10或110，我要去猜。哦，对啊，那时候我们就问说你在哪里哪个房间，然后就是一不动了，我们在猜是一还是十一。啊，点点点点点点。看一下音讯。哎，我复制了，来吧。好。Reverse sign。我们听到你声音了，好了。哦，我想尿尿哎。尿遁哦。尿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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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去拿饮料，现在是去尿尿。开启加入的择选的照片，这张也可以完成。啊！我昨天是死掉啦，我东西全他妈没了。我也零了啊！刚我先去尿尿了一波。嘿。唉。99万。给我们个信号，我们除了拉拉以外全部阵亡，记得吗？对啊，会演最后一波。那拉拉竟然背着你们跑掉？哎、欸，没有，我是成功逃过了。不行，要进拉拉木。我在补破，我看一下哦。我要补到剩500就好了。哎、欸，这个版本没有荧光棒的版本。荧光棒不是 Meta 的版本，对，我等一下进去看看它变多弱。听到钥匙声哎，没播回来了哦。BGM 记得关 ，OK。怎么现在只有400多人？可恶，麻烦大家再帮我分享了。我把本体放出来。希望大家可以再帮我分享直播。谢谢你们。我今天差点跟冰冰一样，这么帅气的奔上。今天差点跟冰冰一样睡倒在你的沙发上。冰冰，对啊。回来了，耶！我要没钱了，剩下交给你们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开一下。
我700块买到剩下一。雨林，雨林飞我。还提取。没事没事。你们了，然后 GNG 10000多人。我觉得我不能买哦，因为我的死亡率很高。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发展出自己的粉丝，嗯，发展出1000多人，希望了。没有错。把他们以前的目标是1000多人，把他们种在土里面，浇水晒太阳。嗯，之后到了就可以。年底的目标是100个人。耶、嗯！你说持续还是就只有一天？红鬼镇再开，好问题耶。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的。哎、欸，我载完了那个游戏。对啊，我看一下，欸、我看一下有什么要补。你们看，还是我帮你念啊，我帮你念啊。啊，嗯，点阵投椅，好 ，ENF 一，我们就一人买。ENF 不是满了吗？嗯，嗯，满了。没关系啊，大家我先买，反正之后搞不好会死掉，就买，反正我1000多块哦。哇，你好有钱哦！过来过来，鬼魂笔记一，我缺什么都找我。紫外线手电筒一，好，摄像机五，五。就一台啊 ！LNG 模式是什么意思？五台？现在只有一台啊！现在只有一台，我操！不然你就买两台就好了啦，其他我来补啊，对吧、啊？好，然后今天打火机一台，打火机一，运动感测器就看你有没有想要啦，只有一台，我只买得起一个，我买一台，我买一台，因为我觉得两台就够了，因为主要是测它来了没、啊。我买一台，对啊，就是它。嗯，还有怕有时候要解任务会有。对啊，相机，相机二，相机二，圣木一，三脚架一，一个月开一次，一堆人在那边乐。没了。好，干来哦，看我干爹大捕获哦。就那哎，我类型不一样啊。ARM 的类型不一样啊，你要我一个月只开一次台吗？哦，你是说每个礼拜一次聊天台那种模式哦？不行啊，会饿死。那都是一个月。我们生活方式，朋友们朋友的类别也不一样啊。对啊，不要模仿人家嘛。人家是 LNG， 我们只是一个人的钻石口袋。嗯，他不是一个人的钻石口袋，你一个人也可以胜过千军万马。我希望可以给好的意见，而不是要我模仿谁。对啊，要有自己的风格。说可以实验看看谁的方式，而不是说效仿别人。嗯，这样子对对一个对也是个同行来说，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悲哀。我觉得啦，我知道你不是而已，会拿来比较，拿来当效仿的话，但对，主播希望的是可以从他人那里。可能也许可以学习到一些好的部分，但还是要发展出他的个人特色，是这样子吗？当然啦、啊、OK， 这不愧是主播，这不愧是主播，不愧是菜头。如果说是如果效仿就变成好吧，那今天我就不开了，然后我们一个月后开一次台。对，对吧？对不对？你们要这样？嗯，我说他们啊，这样当然不能。你看以前的菜渣，好不容易回来开台，你还要他一个月开一次，所以有其他更好的建议，欢迎。哎、欸，金饼干，哎、欸，也很努力啊，我也努力剪精华了。虽然我们后置排了七八九个影片，还在那个，开台要宣传一下，我哪里还能宣传呢？啊 ，FB。嗯，赖群、DC 群、DC 群好像都自己会通知哦。对啊，我会通知啊。那我去 po 个那个好了，我去 po 个 FB。我来帮你 po 个 IG。写啦、欸，我本来就要 po IG， 但是我真的不用 IG 哎、欸。我也是 IG 白痴，但是就是 tag 他就好。反正就把它 tag 上去我连传照片都不会传。我觉得想传个照片 tag 菜渣说、哦、真是好看。但是我要偷偷跟你们赌，我跟你们对赌。哎、欸，赌什么？我 FB 发的这篇文赞不会超过200个。哦 ，FB 的触及好像最近你只要 tag 没用就会
因为他们有 Facebook Gaming， 所以你放了 Twitch 的网址，他们是不会推的。哦，对啊，除非你下广告钱。哦，爱坏了吧 ？IG 开台说一下，很多人都没开 Twitch 提醒，我限动是发了啦，能力不行，不然影响你，可惜。对，不觉得我很努力吗？耶、嗯！你现在说就会有观众去点了，就算我现在说，再加上聊天室的人，也赞也不会破200个，信不信？最多300，从来没有破过200，最多300。嗯嗯，我知道你有那个机器人方法啊，没办法，这就是目前的现实，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叫什么啦？形容一下，演算法哦，可以。我现在有21个限动，因为今天有出去玩，大家有帮忙 PO， 我就跟着有人 PO 我就有东西 PO 人了，开心。哎，准备了。嗯，我再帮你发 IG， 等我一下。别啦，别啦，等一下。你 Twitch 的账号叫什么？是那个 Zynx 一样啊 ，Yes， 都一样啊 ，Zynxyz。耶！再顺便 tag 你 IG 一下。嗯。这是什么游戏？嗯？麦块，等下我们进去打木头，做通灵板出来。我知道了，我去 YouTube 的、哦、这么直觉，新影片下面放那个。好，我 YouTube 那部，我准备了，我准备了吗？我也准备了。哦，正在开台抓鬼啊！哦，你说点点饼干哦，这款。搜寻 cookie 就有了吧？等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联动？OK， 准备了，好，好，准备了，耶、yeah, ！今天是跟繁星、龟龟还有拉拉继续，钢吉娃娃，专、yeah, 业打鬼人，钢吉娃娃，而且我现在有中文了，他可以骂人了，我们又可以用中文嘴人，中文吉娃娃。不对，中文嘴鬼，中文吉娃娃嘴鬼。我有了。耶！今天也很谢谢你。嗯，没事，我也才谢谢你来支持。嗯。我先被内裤吓了三次，然后都从睡衣中惊醒。内裤让鬼采盐，捕获鬼照片，在猎杀的时候点燃圣木驱散鬼。有点卡，我把饼干关掉。我有一点好奇，猎杀的时候丢就是烧圣木会发生什么事？他不是就是会那个吗？就是会致盲，会乱走啊？还是有可能烧到你？那时候不是这样讲吗？很致盲或乱走或什么？他是说哦，对，他会暂时致盲。对啊，老鼠，谢谢鬼妮订阅。看一下，这样子的话，荧光棒就只能到门口再用了。让鬼采盐，拍照片，驱散圣木，不是不是不是叫什么驱散圣木，驱散鬼。驱散圣木？不看电房吗？啊，完了，没有温度计吗？没有吗？没人补温度计吗？亚贝，哎，我记得有啊。亚。Yeah. 我觉得超好看。今天那部吗？对啊，对啊。没部跟我说还好，但我觉得超好看。他没玩过 GTA 之类的吧？我觉得我后面真的是看到哭出来。哎，基础装备吗？可以赌别的。完了。怎么了？
没有温度计呀、啊。温度计。温度啊？嗯。温度计。温度计。没有温度计呀、啊，那样呢 ？This drink. It is good to drink. 温度计。It is good to drink. 嗯。进啦，开了。鸡腿堡。没有温度计，他们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要赌那个啊？粉红帮啦、啊。没温度计怎么玩、啊？可是上次我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缺东缺西，我们还是过了。那我们再来见证一波海啸的发生吧。海啸往往就是这么诞生。可是没是真的变很难赌，但至少名字要打对吧？喂，那我要去赌哦。你也是粉粉帮了吗？帮、啊、忙，帮拿个摄影机来，就应该就差不多了。要装吗？摄影机，你已经装好了。都装在上面，对啊，我都装在上面了，我专业的，去看一下，专业偷拍，但是东西不能放外面，只能放里面，烂。嗯，我直接走侧门开电房啊，这个就是，哎，菜渣，不挖千房，对，不挖千房，然后电房又是在那个角那个左边进去门的那边，那时候我们遇到那个啊走廊鬼，我死在那边的位置。OK。不然就直接先进去开啊，好啊，我直接进去开店。嗯，好，会，OK， 店开了。我拿个紫光手电筒，给我们个信号。还有什么、啊？哇，没有温度计真的难受哎。给我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干嘛？我被你的头吓！我还没开门，就有一个咖啡色的东西。EMF 的在哪里啊？给我个信号。有，我手上一排。哦，开灯了吗？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个信号。我怎么走不过？我、靠呗！给我们个信号。哎，通灵板。有啊。对啦。在哪里？哎呦喂，那直接问他在哪里就好了。餐桌、厨房、厨房。给我们个信号。你手控吗？我拿好了，走，我们去哪？我要玩，哎呀呀，哎，是要点蜡烛啊？一楼吗？我直接拿过去了，拿过去了。我们在大门口，大门口。好，我来了。点蜡烛，点蜡。哎，只有一根呢？不可能啊！我只看到一根在地上。我们没有武器啊！不可能啊！我们一起那个的呢？雪猫叫。一起把阿妈卖掉。我们一起先。你在哪里？阿妈卖掉。你在哪里？我还没点蜡烛。来了，蜡烛。就有吗？蜡烛怎么？蜡烛怎么烧？你在哪里？有了，蜡烛这一根。你在哪？这怎么把阿妈卖？不是靠背啊？在哪里？哦、有了 ，upstairs。有吗？楼上。的哪一间啊？他应该会写第几间房间吧？upstairs， 然后看后面写什么。upstairs， 太严了，有人有上哈啊哦没了，哎呦，肉不对，好啊，是那个吧？走廊是不是？楼上走廊，哎、欸，那走啊。好，可是我没有温度计，我没有温度计。你在这里吗？他刚好刚开门哦。啊，真的假的？完了，这个好躲的地方哎、欸。有球哎、欸，有篮球。嗯，你有杀过人吗？嗯。你杀过人吗？你对我们有恶意吗？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我先去楼梯撒盐好了。等一下，不确定啊。
不确定啊，不确定吗？对啊，可恶，我们该吃洗脑。哎、欸，你用完要吃洗脑啊，那理智扣很怪哦、喔。我看一下菜头的理智。菜渣剩菜渣，你两趴了，你两趴了，你回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你是两趴了。好玩一直玩。你几岁？妈带点药过去。拉拉帮我关楼上灯。楼上。对，然后就下来了。嗯嗯。我帮你带药来了，药头，来吧。我发现没理智好像问不成功哎，每次都这样。药头。你几岁？应该试一试，有吗？有成功了吗？有了，有了，有了，成功了。看来这个东西是需要理、啊、有理智的才能消耗理智。没理智好像不会成功。他十十岁，十岁啊，十岁。韩信说的一百一，搞不好一百岁啊，一百岁或一百一十岁啊，一一零或一零零，也可能一千岁啊。有没有有没有打火机？或者是一万岁？有啊，我有啊，怎么了？赶快，我们再问点什么有趣的。嗯。蜡烛嘞？你是个萝莉耶！问一下哦、喔，他不一定啊，搞不好是一百岁啊。你有小孩吗？哎、欸，十岁。哎、欸，他搞不好一百岁，你怎么会这样？没有，一定是十岁。你，不要问什么？问问他有没有在看台啊？有在看台吗？哎，yes， 哦，就很可怕喽。哦，我看到有问题可以问了，我想一下哦、喔。你孤独吗？按掉了。你是不是需要？你点到左键了吧？点到左键的话会关闭它、啊。好摇啊！哎、欸，在这里可以问吗？你几岁？你需要更多的药头。有可能。你几岁？要在室内好。你几岁？你孤独吗？你孤独吗？你寂寞吗？下一个什么？你冷吗？好烦哦、喔！还有什么？对啊，帮你看啊。有鬼在吗？你死多久了？你贵庚？你死多久了？他不是可以问那个问题表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是不是理智又？哎、欸，你有两趴了，你有两趴，你零趴了。好像没有没趴数，好像真的不能问、欸，奇怪了。你又变成脑瘫了。我有帮你带药啊，你怎么跑？有地上有药，地上有药。我把所有的药都是我的、啊。完了，那我们真的变成菜不是药头了。欸、门关了。哎、欸，猎杀猎杀，哎、欸，低能鬼、啊，我们都在外面猎杀个三小，哈哈。一定是你，一定是你问的问题让他不开心，他觉得你太烦了。那那那那那那，你杀不到我，我们都在外面。看得到他吗？嗯，好像是二楼底的样子哦。他回二楼。瞄一眼。没有没有，因为我看只有二楼底的灯有在闪。那等一下我去二楼梯。我们在这里哦，快来！对他往楼下走了。哎、欸、哎、欸，他回楼上走。你怎么知道？我在看监视器啊。哦，监视器啊？哦，监视器看得到？看得到啊。不是啊，我有把摄影机加在楼上。不是不是，我把摄影机加到楼上，他现行了。有的会现行的。哎、欸，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耶， yeah， 那我还是去撒个盐好了。嗯，去撒盐，然后我盐巴在这里，你先去刻个药吧，药头。我刻过了。撒盐巴，撒盐巴，撒撒撒撒撒盐巴。你快乐吗？还有什么可以呢？你开心吗？还有你高兴吗？很棒棒。我刚拿这个手电筒。你能和我们说话吗？喂。你能说话吗？喂。什么？喂、欸，这东西根本没有用。是不是你又？你是不是变脑瘫了？三十。怎么可能？我刚啊？怎么三十？刚吃了一，我刚狂嗑哎、欸。三十一。所以你把我们要的嗑光了。不行，我们要问出一些我们有趣的才行。还有药吗？没了，没药了。你连盐都嗑光了。你把盐当药嗑。盐。
我刚才刻两个而已。欸，我刚刚也丢一罐在这边啊，你也刻掉了。应该还有两个。你们有刻吗？我刻了一个。丢一罐给你。我刻了一个，因为我在里面，我在里面。我一开始丢一罐给你刻，然后你后来又刻两罐。嗯，那这个数量就是正确的啦。你对啊，你总共刻了三罐吧？我一罐。对啊，繁星90%哎，我刚刻一罐啊。繁星可以来问啊。你快乐吗？快乐吗？没有回应哎。通灵版的英文叫什么？我查英文，然后用英文来翻译试试看。啊。You happy 吗？Last Bumblebee 啊，我直接找啊 ，Wiki 应该有吧？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Age, how old are you? What is your age? Dea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我就变智障了。你死多久了吗？你死多久了？有了。五。52年，哦，552年，527年，对啊，那所以他不是10岁啊，他10岁的时候死，他10岁的时候死，10岁死啊，说不定是死了527天，或者是527秒，欸，对，这个数字是年数，他死了527年，嗯，那看来他应该是1000岁了，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能问哦 ，Victim， Who did you kill？你杀了谁？你杀掉谁？还杀死他喽？你杀过谁？还杀死他？你杀过谁？那他等下就指那个。按掉了，应该是我理智应该又没了，是不是？嗯。又变智障。你零了，你零了。零了吗？零了，零了。我再问一次那个，我再问一次那个年龄，看你有没有用。别闹！你几岁？哦，逼了，还是可以问欸，还是可以啊。哦，还是可以问。看来就是他侦测的，跟理智没有关系。对，逼了，逼了，逼了。理智没关系，我想要问他一个会回那个 yes 或 no 的。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没有，啊，没这个东西。那还有什么呢？你谁死了？你在附近吗？对，他关门。低能低能他说你好烦，我杀不到我低能。打我们出来，他觉得你太烦了。你到底不管了，我今天拿到板了，我就是要把他的一身世全部问清楚，他叫什么名字，他妈是谁，把所有能问的都问一问。杀过谁？对，把所有能问的都问一问了。海门 FBI 通灵板在动，可以拍他，会有交流哦。对呢，可以交流交流。不管，问他个祖宗十八代，连他妈都要问一下。对啊，欸，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在二楼，可是他刚，他是说楼上而已吧？这有3楼哎。Hallway 是 Hallway 不是那个吗？二楼吗？你死多久了？啊，不行，这问过。你是男，哎，欸，烧了，是不是要点蜡烛？蜡烛嘞？蜡烛还亮啊。你，哎，我赖亮的吗？你死多久了？赖达呢？要讲什么？等下我想一下。赖达，你一个人吗？哦，有，那个蜡烛突然熄了。还有没有蜡烛了？没有了。你一个人吗？哎，欸，蜡烛为什么又熄了？还是现在是亮的？你一个鬼吗 ？What did you kill？ 你杀了谁？你杀过谁？你，欸，对不起，差点被关起来。我觉得他现在很愤怒，欸，哎，他是不是很生气？猎杀已经死啊！他现在被你问到很烦躁。The name of the person you murdered， 你杀过的人叫什么名字？他翻成中文是怎么翻的？你零趴嘞？我们都零趴了吧？零趴还是可以问，对吧？让鬼彩炎
鬼还没采盐呢，我盐撒了，他还没采。对，不是那里呀、啊。捕获鬼魂的照片，还是他在？他会在一楼吗？啊，露天有卖那个通灵板诶。有啊。你敢买这种东西？我为什么不敢我？这就跟碟仙一样，不是吗？这种东西。哦，我又不相信有鬼。你认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不信有鬼？是没错啦。对啊。抱歉各位，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我们活在一个科技时代。那有讨厌鬼是真的？嗯，你讨厌鬼？我讨厌鬼，我讨厌被吓，我不是讨厌鬼。对，他不能，他接受不了。我说你是讨厌鬼。他说你讨厌鬼啦。我讨厌你，好不好？爱哭鬼。你杀了谁？我记得梅伯是蛮怕的、啊。你杀了谁？你杀过谁？谁被你杀？谁被你杀了？哎、欸，那 DC 发问了，可以发问的问题。那 DC 什么发问？你那个是 Wiki 来的吗？我们希望是最正确的资讯比较好，因为我看了一个类似那个什么，类似攻略网站，但我问了好几个上面的问题都没有。哎、欸，你放在哪里标我？那个啦，我下面的文字大厅，他们聊天呢、啊。文字大厅，哎、嗯欸，有关的。你们的头还卡在里面，哎、欸，你的头还卡在里面。你是杀人犯吗？他会把你杀掉吗？你的菜头卡住了。好，我问看，你杀了你是杀人犯吗？这样，他又出不来。有机会看到他吗？原来我是无鬼论，是啊，各位，他是科学小飞侠啦。我有很多自己建立起来的信仰，所以你们可以跟着我信。嗯，包括先猜的部分吗？包括就是同性恋是，我支持同性恋。然后包括我不相信有鬼。你在吗？你干嘛？这个基本问题好像该问一下哦、嗯。打火机。对。嗯哼，我是无神论。无神无鬼论。等一下、哦、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啊、哦。你很老吗？你是杀人犯吗？十岁杀人犯。你是杀人犯吗？你杀过几个人？还是我问完人一定要在里面？不对啊，我试一试哦，让我试一试哦。嗯。你几岁？没了。你几岁？他好冷淡哦。你几岁？我觉得是我们问的那个。你几岁？他是不是测不到？应该也不是人太多吧。你他妈几岁？应该不是，这人多应该不影响，那不是可以一起玩的吗？你几岁？我问完你几岁的时候，我人是在里面的。我们再试一次，我问完的时候直接走出来。就是刚刚。你几岁？太快了，我来，我来。你几岁？你几岁？你几岁？我进去就逼了那么大声。不然刚刚说你几岁？你几岁？你几岁？啊，果然，我、欸、问题也要在里面，好烦啊！别动了、欸，快拍快拍、啊然后这样子他就会那个什么，把你关在里面。对，这样子我就很有可能被关在里面啊。那我要在哪离门口再近一点？够近了吧？所以他按什么？按 V 哦，我看一下啊、哦、，V 或 V 的按 V。谁死了？你是杀人犯吗？你是杀人犯吗？你杀了谁？谁杀了你？靠腰。你几岁？你几岁？
我很期待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可以，这个位置可以。他就只会回答你几岁，妈嘞！对啊，你几岁？你很老吗？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他回答一点不一样的。你很年轻吗？哎、欸，你很年轻吗？也是有关那个的年龄的。这个他就是回你年龄而已。对啊，十岁啊。干，他现在是只会用数字说话，是不是？数字人啊。谁死了？谁死了？我是不是也要丢这个进去啊？谁挂了？谁挂了？就是自己挂了。有人死吗？谁杀了你？谁杀了你？咱们的理智还行吗？谁杀你？啊，这要用英文啦、啊，用中文都不回，中文的发音很奇怪、欸。来看能不能看得到他？你很靠近吗？哎，风铃盒怎么在这里？你最喜欢的房间是哪间？哎呦！有欸，干嘛？有欸，他猎杀了吗？好像没有，我问他你最喜欢的房间是哪间、啊？对，嗯 对 ，bathroom， 还是楼上二楼吧？哪间？他喜欢淋浴间，是淋浴间啊？嗯，他喜欢淋浴间，喜欢的淋浴间，应该楼上的淋浴间吧？你的房间怎么了？那我加错房间了。欸，回来。你的房间怎么了？又来了。bathroom 吧。他就是侦测到房间，然后就会回 bathroom。有可能，因为我看那个英文的 wiki， 等一下哦。他是就是跟上次那个你搜测那个，就是只有测前跟尾也可以辨识，他就是测辨识到房间就回只会回 bathroom。为什么他通这个通灵板没有指纹呢、啊？因为他主要有几个问题 ：location 地址，然后。年龄、死亡跟房间，嗯，然后还有受害者这几个问的，应该是他应该就是只会回答这六大。用英文问吗？他是我英文 wiki 是这样写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erson you killed？ 看一下哦，你杀的人名字叫什么？你杀的人名字叫什么？他们。这个关门速度还想关我吗？不行，有那个表吗？其他东西，那个、表在哪里？怎么表？怎么表？那个问题表啊，在那个大厅啊，大厅，你看一下，大厅，我标你。对，都可以叫他过来哦。对啊，不是可以说 come here？ 有吗？不知道。我已经被换机打印了，我要用这个分方式。看到了。哦 ，nice 哦。回啊哟，不然直接问他回啊哟啊。神论相信有鬼，难得。要不要问他回啊哟？我去楼上了哦。OK。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哎、欸，他说了 ，upstairs 吧，刚刚哪一间呢、啊？这间呢、啊？他在 bathroom 吗 ？bathroom， 他在 bathroom。嗯，哎、欸，他是不是真的比较？我觉得你的那个花栗鼠，花栗鼠是不是真的比较好辨识？有可能，速度快。那我想一下啊、哦，还有什么可以问？我看一下，谁杀了你？你杀了谁？凶手是谁？那蜡烛没点啊？哦，真的假的？还是可以问啊？你几岁？他说点蜡烛比较成功，容易成功是吗？对啊，蜡烛是增加成功率的。对，但问不出来。好，点了。谁杀了你？你杀过几个人？你杀过几个人？你杀死几个人？你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是？有吗，拉拉？怎么死的？没有。完全没有，不是这间淋浴间。怎么死的？
最尽头的那一间呢？最尽头的吗？我是在二楼啊。你在这里吗？我刚刚是在那边捡到骨头了。没捡骨头。鬼房是哪边？就鬼，就这个不一定是鬼房啊。可是这个也没反应呢。对啊，看一下，我上楼。你很老吗？把蜂蜜盒先关掉，为什么要放蜂蜜？嗯，你很老吗？嗯，走。你很老吗？我是放在中间下面那一间啊，目前可以杀死你的，因为它尽头再往前好像还有一间淋浴。你叫什么名字？真的很想看他指别的东西出来，我想看他指 yes no 之类的。哦，你一个人吗？你一个人吗？他现在活动补Give us a sign。我被门推出来了，差点被卡在里面。我被门推出来哎，我被门推出来哎。他会推啊，我刚刚站在里面也是被拉出来。那代表我被门打在脸上，那脸直接往我脸上蹦啊！哇，我的理智比拉拉低了，看来是不是我在旁边跟着看着他玩那个板也会受影响。你有问问题，暗密就会有啦。我没有，我没有问，我一个都没有。我好想要问他一些有的没的。我就只是想要看他会不会指别的东西出来而已。我想要看到数字跟 bathroom 以外的答案了、啊。对啊。好，进去死掉算了。啊？我说我进去死掉，我找灵球啊。你要死掉？嗯。不行，你不能死掉。你不是买东西？我没有买啊，这次我没有买。嗯。哎、欸，有灵球，有灵球，我知道哪一间，我知道哪一间了。哦，有点尽头那个吧。等，我刚刚手持的，就是。Are you here？ 那个楼上第一间。哎、欸，你用那个问。楼上第一间，他说有灵球。他又是 bedroom， 他是又听到 here 或者什么？你是用英文啊？我用英文啊。我要改英文，那你问他，我帮你看啊。Vicky 有写 Did you murder？ Did you murder？ 对 ，Did you murder？ 哦、oh, ，好呀。笑。然后拉不能上去啊，死掉就没了、欸。拉你就不要上去了。好。对吧 ？Did you murder？ Fuck。Did you murder？ 我等下次猎杀结束再进去哦。哎呦 ！Give me a fucking answer, you son of a bitch！ 嗯？他不理我。再骂一次，不行、啊，我们不能这么凶，就这么凶。可以啊，再骂一次。我要找，快点问他 ，Did you suicide？ 对吧 ？Did you suicide？哎、欸，盐巴只有一罐吗？我怎么只有拿过两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啊，贝娜吗？是被害的。好啊，给我。谁是受害者？还有谁死了呀？胡带，这个蛮简单的。谁死了？我问了谁死了，好几次都没回我。胡带。谁挂点了？谁挂点了？谁挂点的？谁嗝屁了？五分钟了吧？谁领便当了？谁死了？谁死了？哎、欸，我又问成功了，一直笑掉。谁死了？谁死了？你杀了谁？有多少人在这？阿进几公斤？阿进几公斤？他等下子10000000。你几岁？阿进几公斤？哈哈哈！嘿，关门了。生气了。看不到他。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跟那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只鬼是谁了。你问到几公斤，他就生气。我知道这鬼是谁。那他不差不多重哦。哎、欸，我们东西拿一拿，陪我上去啊。猜头。哎、欸，看到他了，嗨！嘿，长得好瘦哦，这没穿衣服哎、欸，还关门呢、欸，等一下去看有没有指纹。
哎、欸，走走走走走。哎、欸，走走走走走。指纹。可以开了吗？还没五十三秒。快啦！那个，你笔记本那个也帮我拿上，比如说地上的那个领证。干，这只门锁不会写门锁嘞？为什么？这是 bug。走了，走了，走了。哦、看门，看门。哎、欸，有指纹，指纹，指纹，指纹。拍照，先拍照。Okay. Yeah。通灵，这是什么？指纹点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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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上来。你是白痴吗？等一下，我还没上去啦。你是白痴吗？我们在门口一直玩板子，还可以收集到两个证据，太强了吧我们。你知道阿金超过几公斤吗？你几岁？你已经开始不问，你已经开始那个不问正常的问题了，是不是？你几岁？你知道阿金超过几公斤吗？你是故意的吧？妈的，阿金会锤你！他故意的，他就是故意想要。这也可以理解为十公斤啦。九点就看你怎么理解。一百是一千。看我怎么理解。哎，对啊，有可能是一千哦。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十吨。哦，那你的单位是很可怕的。谁杀了你？哎呦！谁杀掉你？不然你问他阿丁是产地直销吗？你杀了啊什么？你杀的人是谁？应该杀的人叫什么名字？你杀的人叫什么？蜡烛灭嘞。名字？蜡烛灭，我再点一下。名字？杀人名字、嗯、？Goodbye。要分杀。Goodbye。寒魔，寒魔，灵球，刺骨寒温，刺骨寒温哦。Hello， 哎，进来吗？我们这个门没有打开炮，我们等下他就不会，就是看不到他了。进来啦，废物！敢不敢进来？他长超级丑哎、欸，我看到啊。敢不敢进来、嗯？你们敢不敢进去？你很靠近吗？还有其他鬼吗？我看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啊。嗯，看一下啊。那个你可以叫一下吗？黑糖安安。It will simply be its current location at a time. Are you alone? 你耳聋？你耳聋 ？Are you alone? Current location. Are you alone? Which might or might not be the ghost room. This can be seen whenever after asking this same question multiple times. The old Ouija board give two or more different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Since its favorite room fixed. Are you alone? 所以他会给两个。Are you alone? 回了。Are you alone? 回了。回一。Nice. 一，他回一耶，代表他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意思吗？哇，死给。耶。你问出新的问题了。怎么样？我把你拿错了。所以 Are you alone 也会回，还有什么？看一下。你一个人吗？你孤独吗？你是自杀吗 ？Who is here? Who is here? 你是自杀吗 ？Who is here? Fuck， 不理我。Who is here? 我操你妈逼！我操你妈逼！嗯，拉拉上去是不是？嗯，没有。嗯，怎么在闪 ？Where are you? Young? Are you ol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dead? How many years did you die? Are you close? When did you die? 君の名前。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哎、欸，打火机姐哦，名字？这么不会讲名字啊！操！问你个名字不会打，白痴哦，吓到我！杀我废物！再见！又开始乱骂人了，又开始乱骂人了！再见！再见！就这样了。有种杀了我！你有没有种杀？哦，有他有，看来他有。阿恒。有种哦！我刚全身毛竖起来，
你刚刚下面也竖起来，全身的毛突然站起来了，好可怕哦！小菜头有站起来吗？没有，白痴哦，被吓怎么可能会？那有特殊癖好嘞 ？Dinner 吧。感觉是刺骨寒温啊、哦，感觉是刺骨吗？对啊，我没有看到点阵有东西啊。那就是寒魔了。对啊，不然进去啊，进去看看有没有喘气。寒魔丁格，你的脸还比较沉，可怕，我穿过你的脸。开门喽，寒魔丁格。我去开这个门。啊、没了没了。到底还有什么问题能问？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能问的？对呀、啊，点蜡烛。我想就想要看，我想要看他答出别的英文字啊。哎、欸，那个打火机借我。好，给你。你在哪？你几岁？你 IQ 多少？在门口，就在门口。哎、欸、哎，白痴哦、喔！哎、欸，他进去了。有人在里面。我啦。不不，快逃！怎么办？怎么办？你躲到左边的房、欸，门是开的，我开的。你躲去哪里啊？角落。哦、我们不能跟他，不要拉回我们，不要让我们不要说话，他找了。是这样吗？听说是。洛夫西死了，有可能是我们杀的。没有，是菜刀杀的。哎、欸，通灵板只有50%的几率刷新，真的很高哎、欸。那我们每两场就有一场有通灵板哎、欸，我们之前能不能没找到？你试了吗？帮我开门。先，哎、欸，我看一下，还没，放他出来！哎、欸，结束了。啊，我再问一次好了。哎、欸，谁在玩门了？我不能出去是不是？没有，这里只有我们吗？你在哪里？哎、欸，回了。我只想，哎、欸，给我蜡烛，给我蜡烛，快点吧，给我打火机。对。这里有谁？谁杀了你？嗯。哦，白痴哦，又关门了。哎、欸，关，是我。快，往里面走，往里面走。白痴哦。不是这里啊，拉。金主。拉拉嘛。哦。拉拉哇啦啦啦 move 了啦啦啦嘞！哎、欸，他往你那边走了，他往左边走了，那他拍到了，啊、我死了，哎、欸，不是我死，拉、啊、死了，啦啦！啊、你看他突然关门，他软掉了。你杀了谁？我还拍不到，操！你为什么要杀人？他软掉了，哎、欸，对，你这个小弟弟为什么要杀人？啊！你太小了吧！早知道我要你们玩，好不管你们。我鸡鸡有几公尺？你几岁？你几岁？我鸡鸡有几公尺？三小，他是这个人意图很明显呢。我鸡鸡有不，等一下，你几岁？我鸡鸡有几公尺？这个人意图太明显，不鸟我了。你鸡鸡不对，我几岁？你鸡鸡有几公尺？他看穿你的意图了，看不鸟我了。你几岁啊？你几岁？嗯，干，这时候就回我妈的。哦，他就不能回点别的？哎、欸，大小，干，哎、欸，菜头出不来，菜头出不来，不，菜头。你要这只有一间哦，你要往里面再走一点哦。啊，来不及了是不是，还没下楼哦。菜头嘞，准备下楼了。下到一半了，然后第二具尸体了，是不是？下去了。菜头，他去看到的房间了。他去找脸，菜头不？那个点很危险哎、欸。不，菜头，我找到。第二具尸体。我不猜到，这边为什么只有一间房间？照相机在哪里？地上。什么？不知道。
不好玩，这个游戏不好玩。他想说，终于安静了，这个最吵的。好不容易找到电灵，哎，刺骨。那我拍完，妈的，我等一下要换回，我等一下要换成英文，我要用英文嘴爆他。好，我拍完了。哎、欸，杀人了。我们，哦，我死定了。不要走那间房间，你忘了？没有，躲在门后面啊。一样啦。哦、他还没下楼，他还没下楼。你先找地方躲。干，那个裸体男，妈的，心操。长那么恶心，他上阁楼了，傻逼！低能儿，他上阁楼了。谁？网红帮的要气死了。这是谁？我啊！你是谁？里面只有两只鬼啊！哦、那鬼去哪了？上楼了，他上阁楼了，这是白痴。低能儿，你看他上阁楼下来了。低能儿，长那么丑吗？哎、欸，他还在二楼。他鸡鸡吗？我可以蹲下吗？可以，快点，过来，帮你竖。他要下楼咯，准备下楼。我、哦、看他屁股长得好恶心哦。下一半哦，下去咯，没了，停了，停了。你可以出去了。垃圾，哼！你再让他猎杀一次，我要看他有没有鸡鸡。What？ 我已经有证据了，我要开溜了。欸，他不一定每次都那么白痴去阁楼嘞。对啊，我要溜了，所以我们确定是指纹跟。灵球，哎、欸，龟龟，你在里面？我、哦、靠，你出来好吧？怎么了？我想说，我们可以开灯去骚扰他、嗯，因为他在比较温暖的地方移动速度比较慢。刺果，寒魔，寒魔，啊，刺果灵球跟什么？刺果指纹，跟指纹。寒魔，我们帮下去啦！我拍了两个尸体。赚啦！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各位，英文见证渣渣的英文模式，分析好了，你们都猜好了吗？我可以开车了。我一定要再拿到一个通灵板，我一定要再妈玩他一次，而且我这次要用英文，而且我还参考了英文版的 Wiki， 绝对可以正确的问出我们想问的问题。寒魔吗？耶、yeah, 165块哟！哦，我刚刚买的东西全喷了，我你们27块到你们买了。哎、欸，我重开有啊，差不多啊，我们差不多惹他多爽。不是，没有我们交互76次，这才是重点，好不好？你们在门口跟他交互了那么多次、欸，哎，他应该是很生气，他气死了。设定，他想杀很久了。英文变 OK， 我。让你们听听我标准的英文。顽皮鬼。他杀掉菜头的时候一定很高兴。对，他最吵终于死了。这个最吵终于死了。一脸满足。他去板板那边也算交互，真假的？哦，互动就算了，是不是？啊、互动就是了。是哦。嗯、哦。有了。我来调一下，英文 ，OK， 音讯 ，Give us a sign，OK，、okay, 测试没有问题，还是要用标准的英国腔 ，You 不，哎，英国腔怎么讲？英国腔我不知道哎，我先添加了，好，我添加完了 ，Give us a sign 之类的吗？你的房号在哪里？房号在。荷兰籍的信号。还是没有温度计？什么？温度计啊？哎、欸，有了，我加入了。我要买温度计，我买。我只买一个手电筒跟一个温度计、嗯。对啊，你先买个强光就好了。我买了两个温度计、嗯，还有什么要买的？我一下。刚才是不是只有一个那个？记得换合约。哎、欸，现在谁是房主？没事，那时候只有一个是什么？我忘记那时候问你是什么，只有一个。什么一个是什麼？十字架、打火机现在都只有一个，圣木也只有一个。那我再买十字架，再买一个。温度计是不是？温度计换一个角色看看。英国枪 T 跟 F 不发音，认真。有空看一下讯息，好。英国枪 T 跟 F 不发音。
那那个女的是长什么样？看一下。Turtle 不就变成 Turtle？ 可以帮我的谢师宴平安吗？祝你的谢师宴成功。平安。F 不发音。F 不发音，他们怎么骂脏话？那我的 ANG 怎么？Ancing。然后来跟你们看，我应该是我一开始开看那个，我一开始开那个开台，刚开台的时候不是有说 FB 那个赞绝对不会破200，看现在才139，哦不，40几万粉丝的，因为他们有 Facebook Gaming， 他们会主打他们自己的实况贴 Twitch 什么的，他们只会推给一些根本不会看 Twitch 的人，对，就是现在的，这就是现在的生态，你知道的吗？可恶。所以，今天不付点钱打广告的话，基本上根本推不出去。真的哦，不付钱那个数据真的是蛮可悲的。嗯哼，没办法，我只能尽量剪出好笑的东西给大家看，像是泽哥事件，虽然我不知道好不好笑，应该蛮好笑的，蛮愤怒的。我想要开一个订阅的，我们以订阅数的那个，你说几分之几那个？对，订阅目标，但每次那个订阅目标都不会及时更新，好奇怪。不，几分之几？嗯，不，不对，不是这个，框订阅数，去。来吧，啊，按到白痴哦、喔，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更新。昂主是龟龟呢？是我吗？嗯，那我要退出去，再进来。你是说进来吗？进来鸡腿堡。看那个帅气的鸡腿堡。那在有。跟个皮皮渣，一定能活下来。我怕我会死，还是先不买了哦、喔。我只买个强光而已。我要选这个。我们声明，我们事先，本赌局事先声明，赌博有100%操控赌盘的权利。你们要赌就不要给我干。不管。你们要猜的不是正确答案就不准。对，你们要猜的是主播的心态，错啦。退去订阅数，先是你要找找看，网络上应该会有所有的通灵版的位置。通灵版位置真的假的？会有固定的，他们说是固定的。但是就是每一次都是三分之一的几率。那我们就那个啊，我们等一下只要先看是哪一张图，我们就先去看它的那个板在哪，我们就直接去找板。对啊。好啊，走。好，走。走。啊！我带球来了，带球上篮。我按准备了吗？还没。还没。按准备了吗？还没。有鬼出现了，宵夜鬼啊！宵夜鬼今天 take 我们吃宵夜。我今天吃很多，我今天吃不下了，我可以喝很多水。哎、哦欸，怎么变成我是那个了？喝了三杯饮料，我也吃不下。我现在还有饮料，我可以喝宵夜，但我不要吃宵夜。喝。哦，白痴哦！我们上一场的照片会在这里哦。啊？回头，回头，回头。哦，你还是会贴在墙上啊？对啊，我刚想说奇怪哦，为什么菜渣的手印也会在这边？你看，太硬了，好可爱哦。小细节不错不错，拉拉的尸体，拉拉的尸体那个很好吃，问题是现在没有开啦，他没有开那么晚吧？妈，是一张图有几个点固定生成，是几个随机这样子的、喔？50%随机不是吗？可以喝水是吧？我可以喝。说住在主房，少部分在副房。请大量让我喝水，没有问题。嗯、我觉得我今天要多喝点水。今天东西吃太咸，咸的有点
有点放纵。一直喝。所有的插件、跑马灯、片尾、转轮、小起点目标、Dream Chair 设定个抖内目标、投票订阅目标。什么订阅目标没有办法显示的案例，简单一点。而且它的更新方式很奇怪。Load 新角的定位是什么、啊？打野嘛、嗯、，Load 新角啊。那只有点厌世的小美看起来是中路哎、欸，我不知道哎、欸，看来是约的矮冬瓜，是啊，应该是吧。我喜欢他的设计哦，我也蛮喜欢的。对啊，哦，厌世的，有点傲娇。那看来有点想睡觉。学校哎、欸，上设定。学校，那我们查一下学校这张图的那个版在哪 ？Brownstone High School， 灰石高校。看一下学校通灵版。不行咧，这个订阅目标不会及时更新，讨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两千人，出目标 set goal， 先目标2000，现在是1067人，结束。为什么要设结束？一二三，subscribe goal， 好，把这个复制起来，然后接到 OBS 上面。订阅目标。好，打这个。这样会有吗？要去哪里查他那个板子放在哪里啊？看起来超阳村的啦，我直接问一下贝利美好了。因为我看到贝利美也有设定那个，哎、欸，横条颜色。他会自己手动打的。他是自己手动打的吗？我不确定欸，因为有、啊、有可能欸，对啊，因为他看起来那他可以去看手动，不是可以看后台嘛，然后再自己手动去输入。我之前遇过的都是用手动打的啊，真的、哦？我不认识的啊。嗯，然后那应该可以设定一键加一之类的，对不对？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很久没用那个功能了。帮我帮你问我干爹们，有在研究这一块的。啊，问一下贝利美。嗯，贝爷，问你哦，你的订阅人数、嗯、有没有很整齐？标是手动新增还是插件 ？OK， 米尔。等一下，谁拿两个手电筒？一样懒得打，像我这种人。谁拿两个手电筒？可恶！哎、欸，有没有人知道学校？有没有人知道学校的那个通灵板在哪里？通灵板。那我顺便去看一下新影片，哲哥有回哦。哇，哲哥出现了！哟，哲哥，你的新片上了，你有看吧？有，我听说你有回，你在哪里回？我来看一下。一句来自常玩钩子角色的人说的话，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躲钩，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是躲我的上下或左右，再加上位移技的预判，除非对方躲招的方式很单一，不然遇到真正会躲钩的人真的很难中。对，机器人的钩子又比较慢，所以真的很好躲。那一定是我太烂了，我超不喜欢打机器人。啊，你回在哪里啊，哲哥？我没看到你的留言呢、欸。一真。右边走廊的电房，右边楼梯电房。你回了哪一个留言？这里有131个。木须山鬼魂捕获鬼魂照片，团队从草里猎杀。
说在教室的，教室的什么？教室的，哎、欸，有人进去了。谁啊？那么勇，比冰冰还勇哎、欸。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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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老巨他换过头像了，所以你猜不出来，正常。我才不怕呢。所以这张地图的板板在哪？想知道这张地图的板板在哪？抽屉，在那个抽屉里面。抽屉要拉哦，要拉哦。啊？哪个抽屉？不知道，可能要每个都看一下了。好。我好了。哎、欸，等一下，完蛋了，各位。嗯，怎么了？亚贝，我卡 bug， 卡下不来啦！哭啊、你是第一男人啦，你怎么走去那种地方卡住，然后你是自啊？哇，你怎么跳的啊？你好猛哦！我不知道，我就莫名其妙上来，然后就下不去了，靠腰啊！完了！哎、欸，你们把我挤下来了，咦？我们可以。嗯，证明没碰撞啊，超级快的。为什么？刚刚这个是不是没碰撞吗？你怎么下来的？你妈烂石头，你冲啊小啊！弱，你看我现在上不去，我现在上不去了，还是我再试一下怎么上去？弱，买不要啦！好来呀，来吧。好，我们拿板子，拿板子。来吧，右边开门喽，右边楼梯，电房。等一下，我再破线洞。谢谢你来。嗯。我这场差点只能玩楼梯了、欸，我今天破几个线洞，天哪、啊！我今天破了一个线洞，就等于我过去一个月破的了、欸。嗯，你可以一个月不开台了。破一直破哎、欸！哇塞，这手电筒呢？哦，有拿到了。然后还带什么？嗯，你温度计都有啊。温度计好，带一个，然后再带一个。我要温度计，温度计在哪里？我带个通灵盒好了。OK， 走吧。好，有发给我 DC 私讯会出现板子的很多地方。私讯 DC 哦。我看一下哦，哇，六个地方，通常是在地上、厕所的地上之类的，或是抽屉，或是桌面上。你说这一间这个图吗？厕所地上，对，厕所地上或是桌面上，找那种正中间的那种桌子，就老师的那种桌子。你跟繁星开地、啊。你说讲桌？就这样。或是抽屉里，就这样，对，类似讲座的地方，你们进去了吗？嗯，我刚发现在里面，哎、欸，发现不见了，先分散吧。哎、欸，你们开店了吗？开了。OK， 好快。发现不见了不？怎么了？哦、我想说你怎么突然从我面前不见了？那我们要去哪裡？老板板，可是我这次是用英文版，我这次一定要骂他的狗血淋头。你说你今天演上那一部影片吗？哎、欸，好像蛮好看的。对啊，这本来是快睡着了。有想要对，我发现他更新一个了。心情不好的话可以去看。他个位数的度数前面没有零了。哎、欸哦，真的哎，这么棒哦！这是好事吗？这算好事吧？好、嗯哦、像是这种桌子，有机会出现在像是这种，可是没有人在我旁边摆设。你在哪里啊？我在某一间小房间里。啊，这里吗？像是你看，像这种桌子会出现在这种桌子上。哦。老叔专用课桌椅。我看你左画面。来得及吗你？你再回去一次。你就是看那种老师的课桌椅。嗯。讲类似讲台的那种桌子。我有看那个有那个的、啊，可是它不太像有。是说还有在跟那个 AD 联络吗？那 AD 刚才出现在聊天室里面，嗯，而已，怎么了？你要告白吗？还是要唾弃？最近一定没有，因为他那边放，已经放了那个，嗯，那抽屉会是在哪一种抽屉里啊？我好像没看过抽屉。这抽屉能开的吗？我靠，哪里？这样不要开太多灯好了。没有，有两层楼，一共有三个位置，好多哦。没有抽屉耶，只有抽屉耶。所以这时候通灵板就可以问他说：“
你喜欢哪一间？他会回答你两间房间，所以就是两间的其中一个。哎，我看到你们都没有，我只是看灵球，你们要进来帮我量啊？什么？没有，我只在看灵球而已，所以你们还是要看你们进来量。也有可能在浴室要看一下。有啊，更衣间我都有看。热的嘞，热的嘞，我找不到那个点呢。热炸！观众帮我看了，老人家眼睛不好。老板，我开始爱困了，我最近都很早爱困。很好啊，龟龟就是训啦。这个龟龟就是训啦，训啦。好多饮料哎、欸。好多饮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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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饮料。哎，干，哲哥，你不能这样讲啦！你这样讲我，哲哥说我真的该骂，我脾气太差。哦，好吧，那你活该被骂了，干。我原本想帮你讲点话，我没有看到可以打开的抽屉，放大的太可能。我想知道可以打开的，可以打开的。他妈都这样讲，我该被骂。可以打开的抽屉长，我说我想知道可以打开抽屉长什么样。去二楼吧，应该是二楼。我已经遇到很多次鬼在二楼了。嗯。对啊，这张好像几乎都在二楼。对。大概是要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能跑之类的，像上次不是在这间吗？吗？还是在隔壁？隔壁啦，隔壁，在这间的隔壁。这间的隔壁。嗯。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哦，热到哭哎、欸，十七度。Hello。我这边也十七。这是抽屉吗？不是。十度。哎、欸，负九，寒谷，是寒谷。哪里？我这里，你在几楼？二楼。在哪里？二楼上楼之后，有两个楼梯，有两个左转，有两个楼梯。后面的那个楼梯，右边，入口进去右边的那个楼梯。Give us a sign。然后嘞？进来，说不定会赢多人。啊 ？Give us a sign。不是啊，你拿通灵盒没有用啊？没通灵盒。哎、欸，有手印。有手印。没通灵盒，那说不定有灵球，要去拿摄影机了。好，我上来了，右上，然后嘞，左边，然后左转，那他那层。我有丢那个紫色的那一间，然后那个你有相机吗？我先丢那个十字，我有相机，不不，我有那个。先丢十字架。哦，对，刺骨。对啊，然后之后这个门后，这扇门后面有什么？在这里，我已经丢那个了，紫色荧光棒。哎、欸，有灵球，有灵球，灵球刺骨跟什么？还没。灵球刺骨跟指印啊。结束了、哦。对啊，指纹、啊、在这边，你看这里，灵球刺骨跟指纹在这里，指纹就在这边。太快了吧？那我拿十字架上吊。你就可以专心找板子啊。对啊，我们去专心找板子，然后我拿个十字架什么的。好，去结了。还是我们就赶快结束这一回合，然后去小地图找板子啊。可是如果在地图对不在那个学校找的话，如果有找到，那基本上那个距离他根本杀不死我们。他可以慢慢玩啊。对，我们可以慢慢玩。再闪了，走吧。猎杀哎，四六七八九十十一五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那鬼是什么？二不知道。三四二五，还没有。二六七，哎、欸、来了，二九。哎、欸、在哎、欸、地上爬的会跑很快哦。对，大法师地上爬是跑很快的哦，一直跑。大法师三六四轮的三八四驱车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你要被追上了。四六四四驱车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嫩啦准哟、哎、准呢、欸、准哇你这个倒数计时拜托人体码表哎、欸、
直接往前走。哇，废物！你打甘肃一定赢哎、欸！吸着游戏的一切了，好了，我们可以找那个板了。我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脑袋还这么正常、啊、不正常了啦，怎么可能正常？在里面找那么久，应该我猜是不正常。我们都在里面，根本没有出来，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进去。指纹没有出来拿那个灵球寒温寒魔，对哦，可以开灯，又是寒魔、哦，灯记得开哦。看一下指纹，开灯的地方走路变慢是吧？嗯 ，OK， 所以我可以放点。又是运动感测器，寒魔丁格，万一从那边走过来的话，有点难跑哎、欸。再找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通灵板。有的话，我一定问死他。啊，完了，糟了。什么？不，菜头今天杀了。完了，我没进去玩到，靠，这张图超级不用怕鬼。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一、二二、三、四、二五、二六、七、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感觉走你那边呢。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杀我啊，笨蛋，嫩废物，干！还没，结束了。啊，还有啥任务呢？哦，这个人，嗯，哦，哦，怎么了？哦，要点燃生物驱散鬼魂，跟捕获鬼魂的照片。渣渣内件，渣渣内件版。又在闪了、哦，哭哦！哎、欸，又裂了，又裂了，又裂了，完了！嗯、我在附近哎。要烧圣木跟捕获照片，你们刚没拍到啊？没拍到，他一直闪。啊！我刚没看来，这里是哪里？算了，我躲这里，我躲这里超远的，他居然冲过来，应该也来不及。Hello， 里面几位还好吗？要不要先来大厅啊？那个在边边的，我就要走那边过去了、欸，二楼走过去的。我进去烧木头，让我进去，猎完了没啦？追不到就不要追了啦，那个地精。一次没了。好，好了，我带圣木来了，还要拍他就可以了。OK， 我继续在二楼找那个、哦，我继续在二楼找通灵板。旧服的内件板柜是不能公开的吗？内件板柜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就是一个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单纯的我希望而已。嗯，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没有不成文啊，伦理道德上也不算啦、啊，就是原则上、我希望上。我希望上，所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他要猎杀了没、嗯？没看到板呢。我要烧木。有人看到板吗？我看到那个啦，地板会滑的板子。妈的！哼。抽屉是在哪一种抽屉打开啊？对、哦，我刚刚就很好奇，到底是怎样抽屉。所以那件板柜就是，那件板柜就是你触犯了，我会偷偷的告诉你。就这样。触犯。宙斯的那触犯吗？践行吧。啊，灰鸟，他不会通灵板回来，但是他会出现吗？叫他名字啊，我要去记他。他突然不理我们了，我记他，叫他名字。
内建版规有哪些哦。第一，要无时无刻的爱着毒，没有，这我乱加的，刚刚加上去的，刚加上去的第二条。其实有一个隐藏的第二条，它叫做 Dorothy Harris。哎，这是吗？哎，是直击司机。哎，我没出来他就杀起来了，杀起来，哭啊！我想拍他啊。哦，是哪一间啊？糟糕，我有一点不太确定我自己的位置哎。走了，而且我也没算时间。走了，我带十字架，我等下拿十字架去丢一下好了。我连都套。其实我个人，我们来聊一个小事情。现在有900多人，刚好。嗯。我们来聊一个内建反规第二条。好。嗯，这是我个人。不喜欢的部分过了没啊？过了啦，走。我个人不喜欢人家叫你菜头，贝鲁小，正常吧？就像鬼不喜欢你一直问他问题一样，在哭啊！我特别不喜欢，他也觉得你在鲁小。尤其我跟某一任女友分手，就是因为对方太鲁小。什么叫鲁小呢？鲁小就是我已经说了什么，然后如果我们已经决定了什么事，就不要再跟我说，哪一件啊？就不要再要我，不要再跟我提，别惨了，怎么在这里啊？就是鲁小就是纠缠不清，紧咬不放，纠缠就是缠烂的，就是同一个问题，量子纠缠不清。这样子纠缠，比如说同一个问题一直问啊，烧木头看得到他吗？或者是，但我刚不应该那样讲，我应该说我跟前女友吵架才对，不管来不及了，他不见了，还在啊，他是找不到我们啊。然后如果要举例的话，就是老实说，昨天我在问大家说今天要玩什么游戏的时候，然后我已经说了今天要玩一个轻松点的。充电的小游戏的时候，还是有一堆人在讲恐怖游戏的时候，我就讲好啊，那算了，我不问了，结束了。他是然后他都没下来耶，没下来耶。你走太快了，被他看到。我就会有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个人的偏好。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我觉得鲁小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让人接受的事情，不一定啊。有些人被掳就会妥协啊，那也没办法。但我是大男人，大男人却有个小鸡鸡。我是大男人，也是大鸡鸡。你是小男人，小鸡鸡。这些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不玩恐怖游戏？在哭啊？欸，好啦，你这不算鲁小，你这算有梗。只挡到一次欸，十字架。没有，我不是，我那新的十字架是我丢的。没有，我知道，我说只有你们有没有丢？烧一个角。哦，我那个已经丢很久，一早上忙丢在里面了。我找不到板。我想要烧完木头，然后就换一个地图。我在陪你啊。我想说你烧我拍他。我找不到啊。你有今天杀了没？我也他什么都六个版规 ，Dorothy。那个是第，然后我刚讲是第二版规，第一版规的话，要讲吗？第一版规，我想刚刚想说，我们这样是，因为大部分犯的都是恶意，单纯是我自己的。烧烧烧！现在我烧了，我烧了，我烧了。跑跑，有去火车站啊！啊，完了，我要死了，我走进死路了。他好像在追我们吧？嗯，确定吗？对对对，这种。OK， 那我就继续逛逛。大法师，大法师，哦，他真的爬蛮快的。
完了，我这边在闪、欸，他在哪里啊？有事吗？能不能信了？有事吗？不是我，我要死了，我死了。哇，我看不到哎、欸，他闪太快了。不是，我好像是拍到拉拉啦。啊，我在你后面哎、欸。你不是女角吗？我不。可是我在你后面啊。那看一下。为什么我会在你前面？有啊，拍到鬼啊，三星了。注意哦，干专业。你可以看，哎呦，有鬼手。看一下。那我们走吧。有哎、欸，专、欸、业的。我觉得找，我觉得找不到哎、欸。我还去看那个解完了没？应该是解完。好吧，结束了。以前的是另外一种帅，以前是怎么帅？终极班那一种吗？是在哭、啊。我回家喽。好。是什么？任务全解完了。寒魔。寒魔。没事的，我只有。刚露脸那时候有八十公斤吧？你那时候吗？对啊，那时候应该是八十，有还七十几，忘了。那时候阿进几公斤？你敢说吗？150啊。你完蛋了，没有啦，对不起，我讲错了。你完蛋了。重点是刚刚那个，不对，阿进的实际体重，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家当初那台体重机上限就是150，再上去会写 ER。完了，太好过分了。不是啊。但是真的写 ER， 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具体是到底是多少？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分成两半？完了，主播，啊、最后生命危险了、啊。不对，我们后来好像用了一个方式，然后真的实际量出来、欸，但我忘了。你们再把它丢到磅秤上是不是？哎、欸，如果两只脚踩在两个那个体重机上，我们用两台体重机合计，对，就知道是多少了。但详细的数字我忘了。你们直接把它丢到秤猪肉的那个秤上面。哎、欸，等一下是哪三个东西？刺骨、灵球、刺骨指纹、灵球、刺骨指纹、灵球。我死的好惨呐、啊！寒魔 OK， 好惨！哎、欸，他真的冲超快的，他 shift 跑不掉。对啊，所以就很怕啊。对，这很难怕呀、啊。最怕就是寒魔在加爬地轨啊。就四驱车啊，超快的。好像有说爬地轨是最快的，是吧？爬地轨真的很快，哇，255哎、欸，好亏哦，255，好多钱钱啊。没关系，你失去的我帮你补，42块。我现在很有钱，那我们再玩一下。我有1600啊，好，交给你。那我要买什么？有需要什么？你有1600，那给你买，我不买。好啊。我去尿尿，我去尿个尿，随时哎、欸、不对，等你们按开始，我按开始再去尿尿。那你帮我看缺什么？我帮你看。好，烦你帮我看。未婚笔记一个。未婚笔记一个。紫外线手电筒一个。你要不要先添加？啊，对，我先添加。好。好，这样。哦，那没有了。那摄影机三个。摄影机三个。打火机一个。摄影机一二三，打火机一个。运动感测一个，一个圣木两个，两个强光手电筒一个，一个三脚架四个，四个没了吧？好，全满了吧？好，全满了，全满了，我好强哦！盘子，嗯，醉了 ，Yeah！哎呦下、啊！完了，我现在在道歉，惨了。怎么了？等一下，你们先开始，我回来再讲。好。阿进拿刀来了，是不是？阿进来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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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亚洲阿庆，阿庆谁？阿进准备，拉拉。哎嗨！拿刀来，拿刀来，磨刀霍霍向菜头。爹娘。哦、磨刀霍霍向爹娘。还不把这菜头剁了，拿去煮汤。哎、欸，我会选择结果活下来了，对吧？你活下来啊。OK。那、啊、你要换地图吗？换一个小的，我们比较好招办。我想说还是一个大的比较好。比较好跑。可以啊，看你。我再开一次，然后这次是会不会有人死掉好了？
会不会有人死掉？不是，我觉得我们只要玩板子就会有人死掉，一定会有人不小心被关进去。嗯，能全员活下来吧？全员哦，这很容易操盘的。因为 BB 渣，哎，一千人了。然后他的耶， yeah, 一千人了吗？一千人了，我帮你看到。耶、yeah. ！那我按开始，然后我去尿个尿，回来讲发生什么事。好。嗯，我要预测粉红帮。身为皮皮渣，他或他的队友一定会很皮起来。我如果压粉红帮，我们就赢了哎、欸。真的假的？因为现在是只要一个人死掉，粉红帮就赢了。那我们可以操盘哎、欸，对啊，你们要想清楚哎、欸，那个不要丢水沟、哦，要想清楚哎、欸，粉红帮不香吗？哦，店房在二楼左边，他肯定会皮的。自驾猪之鬼猎杀、哦，我觉得他，就算我真的没有不小心死掉。他会皮，他一定会皮。你们看，你们要了解他，你们要懂他。使用自定，我是 all in 了。哦，好多人来了，你们好棒，我爱你们。多西靠你了，当然喽。燕子在不在？燕子快点加入粉红帮。捕获鬼的照片，用十字架阻止鬼猎杀。好，你们应该只能选蓝色吧？他在说什么？你们应该只能选蓝色吧？你们应该只能选蓝色吧？不是，我跟你讲，我不会操盘，我会尽量玩、啊，只是我要保个平安，我买个保险可以吗？买保险，买保险。我只是用来买保险的，这样可以吧？我哪什么保险？我的牙套嘞，我找不到我牙套，等一下。你今天在吃我们那一盘的东西有带着吗？我看到那时候就拿下来，然后放到某一个口袋里，然后我那一件裤子去哪里了？等等，你今天有穿裤子吗？没有啊，你有啦，穿裤子吗？有啦，有啦，有啦。半圈裙子、嗯，我找到了。耶、yeah. ！等我一下，我要去戴牙套。不会缩脚嘞！我换了新的牙套，等我一下。不是，哎、欸，我都很认真在玩，只是不小心死掉、啊，跑太快了。对不对？千诺他没有穿啊。这个到底要怎么用 ？F 啊，地上要靠近一点按 F。你在外面不能放，外面不能放，外面不能放。我新的牙套带橡皮筋。好，你不要吞到了，你不要吞下去，你不要吞下去了。他说什么？他要吞橡皮筋。他带新的牙套，要带橡皮筋。哦。那我们先把东西丢过去啊。今天他就带我去他家，然后再看杰哥的那个影片。他家很色哎、欸，嗯，然后一直看，杰哥不要，对啊，娃娃，我现在是高级玩家，我们是高级娃娃，我们是高级娃娃，高级娃娃没有比较好吧？我要看一堆杰哥，一堆阿伟。哦、我刚刚到底是怎么站上去这边的、啊？我还是想试试看。哎、欸，你还要试一下哦。不知道我刚刚。搞不好那个鬼那个地方鬼杀得到你，我跟你讲。真的假的？搞不好我不知道。太过分了，他都是在外面呢，怎么可以？还是我是倒退路上去的？就是制止你这种 bug 鬼。好了。哎。就是卡在。没事，我也又上手了。上手到我应该不会再把那个吞下去了。我卡在墙角，应该就变自闭鬼了。哎、欸，这样橡皮筋好紧哦、喔，很紧哦。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超酸的说。你也很紧啊？你怎么知道？
橡皮筋啊，恶心。你说阿锦啊？恶心。阿锦。对。阿锦。哦，对，我要先道歉，我要先道歉。阿锦。我去年。你怎么了？我去年龙龙的那个脱口秀，我忘了去了。不。哦，你到底那时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弹上了？嗯。没事啊，哦，我好像有印象，你有说你有收到邀约。我。我们先去开电房吧，鬼鬼。好，在哪里？你知道二楼？二楼，走到二楼上楼。耶、yeah, 欸！我的手点通二楼。然后左，谢谢你。左边上，往左边走的第三个房间。好。然后被，哎喂，咦，哎，哎。干嘛？怎么了？贝利梅直接已读我。人家刚好在开台吗？我不知道，哦、他好他好像在开台。我看他旁边推荐的频道有。哦不。直播道歉真心话。I'm very sorry。这间。那间，我好想吃那间哦。耶、yeah, ，开了。我忘记拿温度桶，不是温度桶，温度计。他在唱歌。哪路？谁在唱歌？很皮哦。对，他是边唱歌边偷看 IG， 然后边一读我嘛，可恶。哦，我以为鬼在唱歌嘞。我以为鬼在唱歌。对啊，我想说他在唱歌。我想说哈？啊？怎么没听到？没事啊，他在忙吧。等他忙完哦。等他忙完，他再回你。对啊。别吵了，废物。干，可恶。哎。被以前不那么凶了。入口在哪里啊？我找到了，我要找温度计。要找温度计。温度计，温度计。啊？那个上限是不是200度？为什么是200度？会自燃吗？没有啊，温度计啊。那可以烧很久欸。啊，忘了拿温度计。7.3 度，你们觉得你们怎么看吧？10度。我们怎么看？你哎、欸，我刚好像真的听到东西在唱歌嘞，还是我听错？嗯，摩托车。那那那那那那那。公主。哎、欸有几间开门的，我忘记拿那个了，对不起，我忘记拿。二楼左边的，我只是拿温度计在照。不不不，啊、通常这一不是照温度计啊，我拿 V 八。我拿一楼的左边。不是我拿一楼左边，干我再讲讲，我照一楼的左边。啊，你好好笑哦！一楼左边，我怎么拿？那我一直讲错哎，我到底是讲错什么？哎、欸，是垃圾桶哎，是那天把你害死的那个垃圾桶哎，是不是在哭？好，趁现在有1000多人，我们来讲一讲渣渣那件排规，那件规则规，但其实你犯了也不会怎样，只是。你爱渣渣的话，就不要踩他底线。因为应该我也不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啊？你这真的假的？怎么个水桶在这边啊？这水桶为什么会停？水桶三度 ，What the fuck？ 这铁桶三度，而且基本上我的台，我的规定应该也是大其他台的规定吧？我想啦，这水桶三度。哪里啊？我想对其他台，如果有这个规定，应该是适用于其他人，就是尽量也不要对其他实况主做一样的事情。好，比较好。请说。首先第一条呢，就是不要在我的聊天室上面纠团，就是发加一吗？加一也是啊，就是揪玩游戏啊，揪去别的，尤其是揪去看别的团。我觉得这是礼貌啊，这样很没礼貌呢、欸。
就去看别的台就有点超过了，但有时候我会看到聊天室在就玩游戏。我想因为我认识的一群朋友是不错了，但好歹我现在也在开台，好歹我也是个艺术表演者，你们应该不会在就是歌手在唱歌的舞台下面说，哎、欸，我们去玩，我们去打撸吧，不会在人家的场合上吧？嗯。所以你们要约的话就私下约。那，嗯。私下约我没看到，我也没关系，你们就慢慢干嘛都要打撸什么的，就是你们的事，我当然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怎么了，但不要在我的聊天室上面约。我相信这应该是对其他的实况组也有帮，也那个也是一个小小的。你有啥蜡烛？我为什么我刚刚没有补蜡烛吗？怎么可能？你要尊敬人吧，全部。总要敬老尊贤吧。我刚没有拿到蜡烛啦，那是被你们惹的。对啊，我就是想说地上一根蜡烛都没有，为什么？难道蜡烛是消耗品吗？我问拉拉。啊，再来是版规二，就是我刚刚说的，尽量在我决定了某件事情后不要入宵。该不会蜡烛是消耗品吧？是啊。那举个例子，就是说那是不是没补到？完了。就是我昨天说我们连续玩了四天的恐怖游戏了。拿死角了，周末来玩个简单一点的吧。这时候就不要再跟我说要不要玩某个恐怖游戏，那要不要玩？十字架另外一个恐怖游戏什么的，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干嘛问你们？我自己决定好了。但我刚一进来又三度，到底是三小这个大厅？哎，3.1度哎，这个就在这个入口这边。为什么？有可能吗？哦、没有板柜三了，目前想到就这两个。有人，我一直听到有人说大那个、啊、大门鬼啊，真假的？我在这大门这边，我是说一直都有听观众说什么有大什么大门鬼、走廊鬼那些不是吗？大冬天有门，我们之前有遇过门口鬼啊，记得吗？对啊，我在照我们进来这是大厅一直三度四度呢，然后那就是大厅了，走吧，我们去大厅看看。真的假的、啊？是啊。我先卡在地上啊。那情勒呢？怎么样的情况是情勒？情绪勒索。情勒就是，哎、欸，球动了，球动了，真的是灵异现象，球动了。我球球。那个就是球球啊。不是球球。就是那个灵球。哦，篮球。不是篮球刚刚在滚来，哎、欸，还在滚，好滚，一直滚。那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啊。你看，还在滚。有哇，这里面的东西可以显示指纹。他刚刚叫了一声。3.2度啊，对啊，就在这个大厅了。难道我们真的在大图遇到门口鬼了吗？终于不用跑了很远了吗？是没错，但现在有什么办法？可是要找灵板啊。就是我们这边有点难看指纹。而且指纹、玻璃嘞。而且我们刚刚没有买到蜡烛，所以这场任务解不完。哎、欸，我们剩55了，你们要吃那个喽？要嗑药了吗？晕车药，好来了。来了药头，晕药，我把盐巴看成药了。你不怎样，我就怎样。这个盐才是药，这个也不错啊，盐也可以消毒哎、欸。看情况，各一罐。看情况了，可能是上述两点是我比较会在意的。当然，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清楚的表达哦。或者是我也有可能不小心，像前阵子就有观众跟我说，有没有指纹？说他看了我6年，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就不看我。说哦，他说我有一次、欸、有一次那个你们记不记得熊猫那时候？熊猫？养熊猫那个吗？我们那时候在带熊猫回来的时候，然后我想说，反正两只熊猫都一样，而且基本上到了那个地方就安全了。然后，看起来是不太可能死了，所以我就说，那我去带另外一只回来，然后把赌局正在赌的那一只熊猫交给蓝莓。蓝莓。对，然后就有观众觉得说，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一批观众。不希望这样子吧，然后他也是其中一个，
他觉得说赌盘的熊猫怎么可以交给别人？三项哎、欸，已经有人架三项之力了，太强了。然后就觉得我不听观众意见。他打的是他说他不看我的原因是他觉得我没有在看观众意见。然后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就跟他道歉，我说那时候我可能是。因为当下的某些事做了那样子的决定，可能就是我想说，我认为的应该不会死吧，那只熊猫，所以擅自做了这样的决定，我有我的考量。但如果有让你们觉得不尊重的地方，我也会愿意道歉。哪里？哦，十六、十七、十八，我一定不是个百分之百完美的实况主、我一定会有所谓犯错跟有所自己想做的事。好像没有灵球哦。嗯。灵球点阵还刚刚摆好，嗯，我但反过来讲，还是你他妈的太在意那个猫猫点了。对不起，开玩笑，就是观众永远没有错。完了，他等一下要杀出来了，他等一下杀出来说，干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就决定回来看你了，你他妈又这样子不看了啊！别啦，开玩笑的啦。啊、再来第三点的话，好吧，新增一个情绪勒索吧。嘛，如果最严重的那一次就是那个，就是我他妈杀了我几十次的 Enderman， 我想要玩他一下漱口，然后就开始观众那边说什么妈不推定不看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一次我就想说好、啊、好吧，那我棺材自己玩咯，既然没有人要看这段的话，但我想玩啊，怎么办？那我就棺材又自己玩咯。没有看到点阵，给我个心，哎、欸，脚印，好拍一拍，林北猫猫有这么多出现了，第一位，我靠，什么猫猫点？什么东西？没有招到哎、欸，哇，咋办？十万元的，这是谁？这是哪一个 ID？ 这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下往下看吧，不灭之疤吗？哪里来的？第一次出现了，给我个信号。猫猫有这么多，拉拉猫猫点第二位吗？七位数了、哦，没有啊。以我来说，第一的话应该是第一位。我造谣大师啊！太推。哎，其实我也快要有十万了，好不好？他叫什么？他叫做……那次我明显有生气，与其说生气，不如说无奈吧。我说算了，那我自己玩好了，这样感觉。应该很难看到我生气。不灭之疤是不是？不灭之疤，这位大大，好，你的 ID 就会成为，这个省，这个总成点数，总成点数的。哦，我在这里哦。拍了，拍，快拍。在哪里啊？没了。猫猫有这么多。拉拉，你没拍到对不对？林北猫猫，可是只有一星，哎、太远了。比不灭之疤、嗯、没事，还怎么突然出现了、啊？什么声音都没有哎、欸？这是现形而已，在我前面晃来晃去啊！哦、这是谁啊 ？OK， 是有人挡到我的摄影机，在前面晃来晃去。你 是放反了 yeah, 哦？那是拉拉。Monsterly 音乐。哎，你意见很多哎、欸。这个猫猫点从此就变成了林北的猫猫比不灭之疤还多啊！然后谢谢阿素送订阅。可恶，为什么没有零票？拍摄忘记你们也在拍台，我一直在讲我拍摄。没事啊，没关系啊，因为其实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啊。哦，对啊。好，我们该专心来一起玩游戏了。但我还是找不到同龄版。其实我们刚刚也都是同步进行啊，我们也蛮认真在玩，对，没事，嗯，脚、欸、都踩过了、欸，可是已经太久了，不没有灵球哎、欸，我跟你讲，也没有那个，那就排，哎、欸，他刚踩的，我知道，但是没有那个，对不对？右边那个也没有点阵哎、欸，左边那个、欸，快踩，快拍，有吗？快拍啊！你没射过去啊！你的灯在后面呢。这样子嘞，有了。就是炫富大赛。
如果看他们的名字会永流传下去，脚印有了。等11万的出现的话，这个就会变成林北的猫猫比11万还有10万的那个还多。下一个目标就是20万了。现在一次加1万会不太满，加5万好了，怎么样？林北猫猫有15万这么多，啊、要慢慢的往上啊，要慢慢的往上。应该最多放三位吧？有诶、欸，限制45个字，那还早，最多放三个吧。然后往后，嗯，就是这个名字会往后。往后演，就是比如说第14万出现了，10万就不见了。应该是门口的哦，人越来越多了耶。我应该是门口，就是门口的啊。对啦，你们看到他都已经采盐巴那些了。对他一直在附近采，全采光哎、欸，妈的，对啊、在玩游戏哦。好啊，你就一直到一直采啊。到满了。但他不猎杀，是不是赢？是不是暗影啊？而且我都没有看到球跟、那個。可是我们都在外面，就你在里面呢、欸。好奇怪哦！你是小军对吧？这次我没有念错名字吧？小军，我一直念成群。你今天有来看电影，我没记错对吧？你一定念错了，你也记错了。白痴哦、喔！他今天跟我说，你念那个不是群，是军，嗯、对吧？看。不知道哎、欸，我应该。Hello, 最快在三天吧，在三天就可以。他走过了，他走过了。开那个功能，好像他就可以。那个白灯闪过了，运动感车。嗯。你看，看到了。他猎杀了，快。没有啦，只是经过了。我没偷懒的话啦。不，刚灯闪呢。对啊。在想要不要换？考虑清楚、哦。感觉没寒光哎，刚经过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咧，有人换11万了，我的天！干，我的手扭到了，好痛哦！白痴！我刚刚想拿饮料，然后顺便拿着饮料伸懒腰哦。第二个出血了，白痴，好痛！哎、欸，指纹，快点，快点，快点！有指纹看到了，欸、门口。好哎、欸，我要去拍，我不要看那个监视器了。要开灯，要开灯，根本就没有东东啊！妈嘞，我没有球，也没有那个点阵、欸。那你啊？那这是相机，哪里？这里啊！不要开灯，不要开灯，有看到吗？不要披风，不要披风，不要披风，不要披风！哎、欸，有人在开灯啊！我白痴，忘记关掉了。不要披风！哎、欸，这个也太小了吧？这是指纹吗？哎、欸，我找到白骨了，这也太小了吧？你在哪里？几楼？二楼。走啦，去走啦，找菜渣。等一下，先找菜渣吧。该不会我们以前？右边走廊指纹就是这种迷你指纹。右边走廊，右边走廊上来左手边，它只有一小点。对啊，右边走廊上来左边的左边。等一下，拿相机的上去啊！哪里哪里，我来，我去，我有相机，我相机，拉拉也有相机。我们双重狗仔、欸，指纹好了。给我个信号。啊，刚刚菜渣就在讲，你们一直在讲，你们都没在听。右边走廊，左转再左转。欸我有在听哦，我只有他不知道，我知道的哟。欸不对，我好像搞错地方了，在哪里啊？你在完蛋了，我们要被他骗了。没事没事，我没搞错，对对对，就是你们现在来的地方。这要不见了。来，在哪里？这不见了。这里。什么骨头不见了？欸不对，不是这里。隔壁，这里。你搞骗？回，拉拉头啦。我没挡住啊。好，我拍了。先走了，等一下、啊，我要继续往里面找通灵板。好，你加油，我要回去找其他线索了。现在有什么？指纹。指纹。没灵球，没点阵，那还有什么？通灵盒跟 EMF， 我来测一下 EMF。看到了，我看到了，下马克。刚有人测 EMF 吗？我在哪？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可是。你们进来陪我一下，我测那个。这只会采盐巴，好，我来陪你。那我带什么陪你？带个等一下、哦，给我个信号，来进来，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嗯，我们里面一点新的浪费观众猫猫的方式出来。Yeah. 对，我是 giving a sign， 给我个信号。He got hold。Give me a sign。靠腰，对不起。你按 B 不要按 V 啊。
Give me a sign. 给我个信号。Give me a sign. 这是猎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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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杀。那我们很近，很近，很近，很近。他就是大厅，鬼点不是就在大厅吗？好啊，我在二楼。亚贝，我刚刚烧圣木了，好，所以他应该不会往我跟拉拉这边跑，因为 他自盲而已啊。他现在是理心，理心，他是理心模式，理心模式。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往我这走了。不，他魔请杀，然后高高长长的，有点像是晋级的巨人啊，有点像是烧焦的阿尔米那种感觉。哦，剧透。没有，他根本没有烧焦，他皮还在好吗？哦，他好恶心哦，好丑哦，他像是烧焦的阿尔米。我看到他哎，宝剑式的那个啊，人体娃娃。有人体都被推上了，不，他跑很快，他跑很快，好干，有死啦啦不，哇，有人挂了，你贡献了 money， 我没有带照相机，他跑超快，靠腰，你好，他等，太难拍啦，怎么了？他突然从天花板跳下来，他是现行的从天花板跳下来，哭哦，亚尼，有点像亚。有点像女巨人，缩小版的。看我拍不到、哦。有点像缩小版的女巨人。他气死我了。他冲超快嘞、欸。通灵的点阵的光也不行。不是啊，我之前点阵在，我也可以用通灵盒哎、欸。又裂了，又裂了。哭啊！我要进去。放开我队友。这里是二楼还是一楼？我前面是谁？是菜头吗？你是谁？你是菜头吗？对对对。快跑，菜头！快跑，菜头！他从那边来吗？大家帮忙看吧。他从那边来、啊，鬼点在下面，他在一楼。他在有的话，有没有可能从我们后面来？那我们先不动，我们看他往哪边来，然后再决定往哪边走。我看后面，你看前面。快点，我们背靠背，背对背拥抱。背。你觉得不是屁股在撞你屁股吗？不是屁拳。别照我，你给我专心看，你转头我就知道你偷懒。来了，哪里？你那边，快跑！后面，快跑！毕竟，不要，对不起，我还很年轻，不要这样子。你死了吗？没有，没了吧？没猎杀了，没猎杀了。妈，废物！干，我要走了，好可怕！我要再拿另外一根神木，我要自盲他。这个李欣，那找不到板子，要不要结束啊？结束吧。可是我只找到指纹而已。哇干！真的完了完了完了！对，粉红帮。对啊，粉红帮赢了。哇，粉红帮赢了。啊，对啊。结束赌局不？不，没事没事。哒哒哒。哦，变好十字架啦，再丢一根。他刚冲，他冲超快的啦。就晋级巨人姿势跑步啊。他是那个呢，女巨人呢。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巨人有女的？有啊，有啊，你们是不是在剧透大家吗？剧透我啊，你最好是不知道了。那我要剧透你一个更可怕的，阿尔米会烧焦，还没有完结，小叮当的耳朵被吃掉了，他手指也被吃掉了，拜托，小叮当有耳朵？什么小叮当有耳朵？好、啊，你们继续剧透啊，没关系啊，就继续剧透嘛，能不去吃屎？刚到底怎么上去的啦？我怎么上去那上面的、啊？很奇怪、欸啊。大雄跟金香结婚了？不是？哈？不是胖虎、啊。大雄不是跟胖虎结婚吗？对啊。你是没在看小叮当啊？哦，没看哆啦 A 梦。大雄是跟胖虎结婚啦。亮亮亮了啦，有没有听到？没有啊，电话铃铃铃吗？嗯。垃圾臭妈妈，手电亮光光，电话铃铃铃。吃饭。点阵没有。我到底怎么上去的、啊？那时候没有。我上来了，我又成功上来了。88，完了，我下不去。哎，猎杀了，猎杀了，猎杀了，是吗？对，猎杀了，猎杀了。嗯，你上到什么医疗？完了，不，菜头还在里面吗？对啊，现在还现你你们都在里面啊、哦？只有我在车上，我还是在看啊。哦，拉拉也在里面啊，拉拉永远在里面了。我出不去了。再见。找到不是通灵盒的话，幻影骚灵，幻影骚灵，你在盘哦？对啊，
我也看一下，你现在是哪几个在排？我想换。为什么我觉得它会飘来飘去啊？我都抓不到它在哪里、欸。它有通灵盒吗？不知道，是在盘啊。我觉得找那个吧，有指纹，然后没有灵球跟。对啊。可是灵球，它大厅这么大，不好找。我已经五项之力了。五项之力，那应该是不会漏了吧？因为它就是大厅。我从侧面也照了、啊。五项之力是蛮强的，五台 all in。对啊。看一下哦，如果有指纹，然后也应该也没有点阵吧？我觉得点阵也没有，因为大厅这边点阵其实蛮好。点阵我也改了、啊。指纹，指纹有多小？我想看。超小，就是超小，就是诶、欸，你啊不不不，要怎么讲？我这样跟你讲，你裤子脱下来你就知道了。你说脱你的裤子吗？哦，脱我的裤子那是有点难。指纹有多少？就是墙。我怎么好意思在说什么？电脑开那个电灯开关那么小。看一下指纹。哎、欸，对，我们有放笔记本，我们是这场都忘记放笔记本、啊。我有放啊，我有放啊，我有放、啊。笔记本。他有写吗？没有。我有往内再放一些啦，我有往内，我往内互打。两个都没写。没写。笔记也没有啊 ，TF 也没有，我就是。Give us a sign。先看到我合照，好开心。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想跟我合照，但是不敢合。对，那就通灵盒咯。没通灵盒，没通灵盒。也没有吗？没有，没通灵盒。用三去法吧。有刺骨吗？也没有呢。就刺骨点阵，刺骨点阵灵球跟通灵盒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很难盘哎。对啊，因为几乎都没有了，这样就是 EF 跟笔记了吗？鬼音电话哎、欸，可是他是无声猎杀，他刚刚很吵哎、欸。门口进门口的那个十字架已经消掉了。对啊，他就是门口鬼啊。可是，在前一点的那个门口十二度哎，要在前面一点吧？有，我前面有认输，我前面有认输。前面那个没有动过。你看他在上面啊。丢东西了。丢东西。好的。他丢了一个东西。我要等下一次猎杀 CD 再进去。对，我在等。没线。我连他从哪里出来我都看不到哎、欸。零，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呢 ，EF 呢。伊尔沙瓦。还是通灵。Coward。我就在想说，只剩下通灵盒跟 EF 啦，我是排这两个。谁他妈关灯啊？我也不应该不太会是韩文的、啊，韩文。Coward。大厅绕我绕了好几圈都没有，不是通灵盒跟 EF 没有鬼。韩棍还是要把笔记算进去，我觉得笔记有可能是他不写。安安，谢谢订阅。If you dare fuck me， 他叫哎、欸。你比较偏通灵盒还是偏韩棍？通灵盒就要再进去一点才知道，因为你比较偏通灵盒还是偏 EF？ 我问错了。可是我听到他叫呢。更频繁的发出自然声音吗？是这个吗？可他应该要是会唱歌啊。奇怪，到底在哪里？可是他没有无声电。你说他在哪里吗？他常常在两根柱子中间。所以那鬼点在那边咯。对，所以我把东西都有移过去。那我通灵盒跟那个其他东西要在那边用。我们先想办法触发他猎杀好了。好啊。那就是进去耍个白痴。你进去骂他脏话，他应该就猎杀你了。Fuck you。别气，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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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再进去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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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bitch！ 哎，点阵，点阵，有了，看到点阵了。好哎，那就是指纹点阵，应该是。我刚拿起摄影机，有看到。哎，他点阵也是憋了很久才出现呢，又这样子。对啊，前面都没看到，还是因为你后来换位置。没有啊，我放那边很久了。嗯哼，拉拉在死之前就放了。点阵指纹跟什么？他点阵有时候要等好久才会出现，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太大了，说不定。看一下，点阵指纹，那剩下要盘的就是换输洞了，还有丢东西，输洞了，输洞了，还丢东西啊？他在玩吧，他在玩。是我们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啊？我们前面这本书往右边移了，有没有看到？有哎、欸，纸不见，那笔不见了。那就是笔不见，就是代表他写了。不对哦，点阵、啊，鬼魂笔记，
指纹，没有鬼啊，那就是没有血啊，因为他只是移动那本书，但是笔还没有那个太过分了吧。对啊，他可能只是要玩那个东西吧，因为点阵是确定看到了嘛，啊，指纹也有啊，不就在那灯上面？嗯，这两个应该不可以被怀疑的吧？就是亲眼所见，确定一下。幻影女妖玉林，幻影女妖玉林，笔记跟点阵会有东西吗？没有，没有中过哎。对啊，幻影女妖玉林，我看一下哦。他很少远离自己死亡地点哦，他走可远的哦。哦，他走可远的了，他追到二楼去了。那不不要玉林，铁丝玉龙，幻影女妖。幻影，幻影是什么？移动缓慢，但很狂暴。猎杀时会高速移动。我觉得有可能女妖吗？是亡魂。幻影，幻影，幻影在哪里？女妖。什么叫做对他拍照会士气暂时消失啊？那我刚刚有拍他，算是消失了。那你有拍他本体吗？有可能你没拍到他吗？对啊。我拍不到啊，可是快门声音不算，一直拍干、欸，可是他一直喊。哎，我去看一下我们的理智啊，看一下他有没有那个。让我们理智降低，我可是我很怕，我们理智都已经归零，我们都变智障了。啊，我是偏向通灵盒哎。哇，蔡达是智障？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没你你脑瘫了，不是你脑你没理智了。怎么了？动作感应器中了，动作感应器中了。对啊，他都在，他都在绕住啊，金光绕住。不然你们喊了，我在里面听他有没有说话。嗯。喊什么？他好烦哦，他。喝水蛮好，我觉得一进去深一点，他就马上进猎杀。因为我刚刚是听到他有声音的，可是他不是说话，就发出声音而已。ENF 五级 ，ENF 不知道哎、欸，我因为他们不是说 ENF 有时候很难测吗？就是说，对啊，测到，对啊，午夜房丢在里面了、欸。他又经过了，他又经过了，他就在中间那个情况绕出。你以为只有你会丢东西？是我现在找个东西丢，妈的！那、啊、为什么不猎杀、啊？操，是我打火机。那一个 EAF 都在两个柱子中间了、哦，可是没有五、啊，没有五就是，也是这个情况、嗯。然后他们之前不是就是说，他们 EAF 只要有时候没有测到五的时候，他们都会，然后证据不足，他们都会优先拆 EAF。有人跟我说，点阵的光也算是光源，要关掉。可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开着点阵也可以对话吗？对啊，对啊，那时候是开着点阵蹲在厕所里面还是房间里面，我忘记了，忘记是好像是小图那时候吧。再重一次好了。他就 behind you 啊，我们那时候开着点阵测，他就 behind you。微微找。啊，你要进去吗？可是不进来、啊，我们现在都是脑瘫呢。那怎么了吗？你要等猎杀过了是不是？对，我们等猎杀过，因为他在门口。如果我们走到一半，他进猎杀，八秒啊，直接。你可以后门进去啊，不然我们直接推嘛。我这场不想死啊，我买了超多东西的，我。然后那你不要进去啊。我买太多东西了。保险起见，这个也打开。我想一下哦，刚是女妖跟幻影，对不对？不猎杀。出来啊！嗯，我都要把你声音改掉了。没有灵球，没有灵球，幻影、通灵盒，他通灵盒也不回，对不对？没有没有，通灵盒的要在他的那个鬼点，问题是他一直不猎杀，我就不敢进去。哦，女妖玉林，幻影玉林，对啊。EF 幻影跟玉林应该不是女妖，幻影跟玉林用 PP 对他 PP 快点啦，你要不要进猎杀？要不进猎杀？对啊，到底要不要猎杀？进！你是不是不会杀人？废物，废物 ！You shit like fucking shit！、欸、我们念他名字，记录他。我们出去看、哦、看他叫什么名字？ Okay. 一个什么名？你有我什么名？我叫小贺。Donald。Donald Wilson， 你啦，第一次看到这种名字。朵拉吗 ？Donald 不是吗？不是 ，McDonald 啊 ，Donald 不是那样拼 ，McDonald Wilson， 嗯 ，Donald， 他叫 Donald，
你叫小贺。哒呢哒哒呢，等等哦，等等哦。哒呢，后面是什么 ？Wilson。哒呢 ，Wilson。理我。哒呢 ，Wilson。哒呢 ，Wilson。哒呢 ，Wilson。Tell me, you deer. 对 ，you coward. You deer, 你小鹿哦。You coward. 有人说再不出来，不然我们去绕柱子好了。Coward. 又要绕柱了吗？又要绕柱了吗？我觉得，哎，这个鬼点不就在两根柱子中间吗？这个绕柱会出歹机吧？没有，昨天我在鬼点那时候不是在测 EMF 吗？嗯。我就在那个鬼房里面，他就现身大概两秒才走。Coward. Coward.好了，我进去了。那才刺激，加油！三，我身带巨款，我不行，我不想牺牲我花钱钱买的。你不要，你不要。Howard， 进来了。嗯，好吧，不然我们去躲一下好了。现行吧。你也进去啊，菜头。要进去，我要带那个温度计进去，我要去确定鬼点。你在吗？我刚测鬼点好像是在，我也不知道，是角落吗？没有标五点四度，你在吗？墙角右左边墙角吗？我那时候现在这里右边七点度了，刚刚明就十二度什么的。你要进来我测啊？超级金主鸡娃娃，我最一开始照到三度是在，一进去哦不，进了！我靠，我反应够快，我的天啊！快跑快跑快跑！我帮你看他哪里。宝贝看不到啊，我只看得到菜头，完了，他往左了，完了，我回去看摄影机 ，camera， 他往左边直走，没有上二楼，上二楼不用怕，还没上，还没上，对，上楼梯喽，好，啊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下去了，对，他在楼梯口，你身边有什么照相机？嗯。他傻逼嘞，他完全不会路哎、欸！他钻到楼梯的那个死角的那条路里面。对，上去了，上去了，哎、欸，他又钻进去。因为你怎么看到了？要看摄影机啊！我用家里的那个摄影机啊、哦。上楼，上楼，哎、欸，干，又回去了。看，他一直在那边前前后，他在抽他这个楼梯、欸。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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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不用回去啊。快点。哦、我们刚没有看到他从哪里开始走的，就是他的起点。对，就是突然出来。那他突然就出来了。我看他是那时候是从天花板跳下来啊，那时候他现身的时候，对啊。天花板跳的太过分了吧？是怎样？从所以现在是指纹跟什么？感觉不是这哎、欸。指纹跟那个什么点阵。Give us a sign。要我改个位置。Give us a sign。七点三 ，Give us a sign。四点九，给我个信号。三八。我拿的 Wilson。三七。恶作剧。一。还是他不是？你要单独试试看啊。那我退外面一点，交给你了。上吧，菜头。多拿 Wilson。等等。我们你确定那个吗？你确我们再把摄影机进了，好像进了，好像进了，他十级了吗？嗯，来了，完了，柱子往右了，你那边？嗯，我知道。笔记吗？笔记应该不等，我们现在有确定、那個。然后他没有上楼梯，他去了楼梯旁边的房间。好吃吗？我们现在有确定他上楼梯了。点阵是有看到的吗？我看到了，看到，但我没看到。繁星有看到、啊，他又下去了。我看到他两次，我看到他两次了。我好像有看到，所以点阵确定。对，指纹也确定。现在，所以现在是指纹点阵确定。嗯嗯，所以在测通灵灵球跟也，而灵球我们看很久了。他说他架了五项之力耶，他架了五个角度都没看到。拉屎之前就架好了。灵球跟通灵还有什么 ？EMF、哦、拉屎之前就叫 EMF 啊，那就猜 EMF 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快猜，快猜。那只能猜 EMF 啦。拉屎。
来吧，来猜 EMF 吧。好，因为五项之一都看不懂的话，反正这一场我们已经粉红帮赢了。也是，谢谢嘿嘿嘿嘿 ，Find me 订阅。我信你了，主播。真的、啊，因为通灵盒我们没有。啊，好啊。玉林。玉林。鬼音。啊啊，鬼音。EF 吗？我按错了，我按错了。哦。我想说，你怎么突然跳个鬼音出来？走第三方势力。啊，玉林。玉林 ，Go。你说卡那个啊？对啊，我去开门。被永远留在这里了。哦。跟跟跟跟跟，有人扶起来了。呀、啊！那你还能动吗？晚安，不能卡住了。是，没错，玉里果然他们说的一样，什么东西都找不到的时候就猜 EF 就对了 ，EF 不好测。对啊。哇，255哎，爽啦！爽啦！对。我把我能添加的都添了，来玩一张，玩两次大图了，玩一张小图吧。啊，可玩个小图找板子啊，玩个小图找板子啊，一定要找的啊。好，先添加。蜡烛，蜡烛，刚刚没。添加了好多东东哦。蜡烛，蜡烛有没有加？哦，还没有，没有，我没有。哦，难怪没有蜡烛，因为蜡烛直接是。连显示都没显示，所以才会没有。对啊，就没有注意到。好，我买四根啊。啊，直接买满，走吧。你没按啊？哦，对，抱歉。哦，注意你的言辞，鬼听得到你说话。吓住喽！干，要我现在整团的东西几乎大概有八成都是我买，我应该我死了会直接爆亏损，大概。个五六七百块哦，差了五六七百块。对啊，我买超多的。看看那个赛，成功之成功逃脱，见证灵异，使用圣木电。哎、欸，这是那个哎、欸，就是那个左转电房屋，成功逃脱左转电房屋。OK， 嗯，左转电房屋。就是那个、啊、车库啊，车库电房。哦，轻轻松松的一场，好，轻轻松松搞定。我们搞定，先看任务吧。我要看任务才有才决定要赌什么。成功逃脱，见证灵异事件，使用圣木。好，粉红帮我来了。没有荧光棒，没有荧光棒。哎，拿钥匙，拿钥匙。好，我在后面。好，拿。嗯，对，没错，现在就是。现在就是高级吉娃娃，高级娃娃，高级娃娃。欸、我很久没当吉娃娃了，好不好？我现在……哎、欸，没有，你刚刚才叫啊？不是啊，我刚刚不是我，我但是现在是那个呢，赞助商哎，我不可以轻易的死去，我死去会有巨大的亏损。哎呦，引发金融海啸，爱玩人哦！赶快，赶快，荧光棒！真的假的？在哪里？啊？完门了。先，我来了，我来了，在哪个门？这个门。没指纹。我荧光棒刚没有补啦，我白痴了，我忘记荧光棒是消耗品。看这什么显示 bug， 太可怕了。荧光棒也是消耗品啊？对啊，荧光棒消耗品啊。我刚刚发现荧光棒也没了。这边是五度哎。我以为荧光棒不是消耗品。不是吧？跟洗脑丸一样吧？是吗？可是我荧光棒全部没啦、啊，是因为上一场的荧光棒是别人补的吧？哎、欸，他玩汽车对不对？他玩车，那就是这边啦。不是，他只是哎、欸，是吗？我不知道哎、欸。因为他开过这边的门。靠背，他在八八，好可爱哦、喔啊，太可爱了吧！这个声音。8.5度，笑死。三度，这边三度，没高过九度，这里吧。啊，啊小了，干这个超好笑。这里没高过九度，来吧。找看，找要找车钥匙，要找车钥匙。好吵哦。OK， 确定了。我要找车钥匙。哎、欸，这个真的超吵的。我就在这个吧。吉娃娃很容易脑瘫，真的假的？不知道吉娃娃都被拿去做珍珠奶茶。哎、欸，车钥匙嘞？
那你要小喝一点呢、欸。所以他确定是在车房吗？车房三度啊，那边没有低过九度。我们没有高过九度。很第一次遇到在车房的、欸。没有啊，之前也有遇过。很好听，不要停，干你不觉得超吵的？不是，这喇叭声好可爱哦。要先开灯做吗？哎，小孩的柜子也太多了吧。我们先开灯吧。八八八八八八。哎，这个玩车是很讨厌的。如果你不找到钥匙，他就一直八个没完呢。你有地下室哎？不然你命令他。地下室。说 close 了。哎、欸，不对 ，shut down 的，对啊之类的。你像冰淇淋的把布哪是这样？把布是那个吗？把布把把布，把布把布，把布把把。哎、欸，刚我还以为我找到了，结果这是剪刀。哎、欸，有 iPhone 哎、欸，没拿到 iPhone 哎、欸、，iPhone 怎么不见了？拿到了，丢出去了。会洗澡没？还没啊，想去洗澡。有地下室。八八，你们这间找过通灵好了。我找到骨头了，在走到底右转。嗯，可是我没有那个。我找到骨头了。哎、欸，拉拉，你下次哦，有，抱歉，误会你了，你很棒。干嘛？你很棒。我怎么了？没有啦，我想说怎么，我怕你是把摄影机没有放在上面，直接拿过来。哦，那个都是我放的、啊，每个都是我放的。嗯。哎、欸，关了，没有八了。没有，你是因为你走出去了。嗯。哎、欸，这间没二楼哎、欸，这间只有地下室。我要去拍那个骨头。50%几率通灵板又没看到了。什么臭？才不臭！我等一下是会洗，我洗澡都洗很久的。哎、欸，捡到了，耶、yeah, ，有骨头了。找不到没有啊，机洗太久了。你找机要找很久。嗯，怎么灯又开了？嗯，刚好像听到一些东西。是他在玩吧？没有，他开的吧？我开的。孤独娃娃哎、欸，我丢出去那边、嗯，我丢去那边看看。孤独娃娃在哪里？我还没看过，长啥样子？眼睛是纽扣啊，就史迪奇的那只丑丫头。地下室有三个板板的史迪奇，那只叫什么？那只娃娃叫丑，哦，是丑丫头。丑丫头。他说地下室会有三个板板点，板板点地下室，那我陪你下去、嗯。你在下面吗？我先关了这边大部分灯。我先下去了，帮你找。Open， 哎、欸，刚刚指纹有找到吗？没有，刚照没有指纹。板板点，这一间吗？就是这一间吗？再确认一次。我没有看到板板，但是我有看到板手。哦，声音！鬼在他踢、啊，他在叫，他在叫，叫好大声！我去！啊，操你妈！干娘，妈哈小，哈小，很专心在听，抖了一下。操你！真的，妈的，不是因为那个888的关系啦，妈有个讨厌的。我连笔记本都没有开，我丢进去了、哦嗯。走啦。但吓到我直接骂脏话、欸，差点直接冲你上。怕我？怕个屁、欸！都没有板板，没有板板，那我们赶快结束啊！然后也找不到钥匙、欸，怎么回事？太吵了，那个888。我到处在抽柜子。哇！我看到那个翻箱倒柜的迹象了，各种能开都被打开了。那是烧灵吧？那钥匙有可能在哪里？哦，不是，那是人开的。我一次是在那个柜子里面拿到。我一楼的柜子几乎都开起来了。我在扒个头啊！为什么一直扒？扒扒扒！超级吵。真的。欸，可是，在鬼附近的区域使用声波没有解、欸。他们说钥匙在大门的柜子上。我没有看到欸。大门口柜子上。可是你刚刚烧那个声波，可是没有解。他哪有烧圣木？我没有烧圣木啊！哦，这里，这里，哎，只有你看得到，我看刚看没有、欸，哎，哪里？在哪里？超级暗而已。在哪里？没有，我在那边有点一，然后关起来了。到这个，啾啾，
还感谢我啊！你好棒啊！一楼的两个洗衣机上面有打火机。一楼的洗衣机在哪里？这是点火打火机，我还破音，妈的打火机怎么点不起来啊？你捡得起这一根打火机吗？捡起来了，为什么？知道，好强啊！一男二。Hello。是在哭哦。看到了。啊对啊，为什么我捡不了这打火机？我你伤满了啊，丁能。没有啊，我东西只有两样呢。这是你在玩吗？对，我在玩。哦。bug 啦，发什么笨？没有板板。我去烧生木啊。等下我们现在有变智障吗？3.8度，啊，是不是又是刺鬼还是那个啊，胆小鬼啊？就是那个。我把苹果摔人多摔爆，人多不敢出来的。害羞了，他应该很生气吧？我把苹果摔爆。我来看一下，还有机会在主卧室的边边地上。他买保险啊！哎，圣木解了，圣木解了，剩下逃脱猎杀。哎，我们理智都超高的，我69，因为一直都有开灯。52，对吧、啊？繁星59，哇，拉拉还有80将近。那我再去吃一罐药，我低于50了。没有，你53，你还没第五，你55。乌毒娃娃还没有出。用过，但听说乌毒娃娃会跟鬼互动、欸、那拍乌毒娃娃会有那个吗？会啊，是要互动的时候拍的，不对。嗯，吧。好想看哦，按乌毒娃娃互动会怎么样？那娃娃会谁？凡是会开灯开车的，我都猜是巨灵，真假？哎、欸，里面灯闪了。嗯。相机嘞？这是相机还是 iPhone？ 相机。这只很爱玩哦。Show yourself. Show yourself. 你把人家的那个 iPad 丢在地上，他会生气耶。Show yourself. 你为什么不拿相机啊？你不是拿吗？我拿了啊，这不是相机吗？哦。那我拿什么？我拿相机。还有一个。哎，那个嘞。哎，风铃盒去哪了？对，铜铃盒呢？我刚刚在找不到哎、欸，他根本没有拿过去。那我去看。EMF 也没拿。我来测。我们现在有证据了吗？没有。No， 完全。在干嘛？哎、欸，谁在关门？有人想要关你们。谁把菜刀放在家里的架子上了？谁呀、啊？又有架。点阵有哦。我看一下，点阵有架吗？我有架啊。有架相机吗？我都有用啊。你屁股后面啊？我屁股后面？不是啊，那个在车库的屁股后面。我要继续看。Give us the sign。嗯，看到了。白痴，我你听不懂啊，你们来讲。Give us the sign。Give us the sign。那我没开，抱歉。Give us the sign。Give us the sign。菜头 ，Give us a sign， 不理我，妈臭巴拉，怎么办？我开始爱捆了。哎、欸，门为什么关了？哪个西瓜皮关了？嗯，强度五。啊，强度五还好啦。哎、欸，你哦，你要躲这边啊。什么可以看的？紫色的，我来照一下有没有指纹。你有没有指纹？屏幕，他照他照墙上的灯。灯，我在照啊，没都没有都没有看到。Hello， 哎、欸，88关掉了，好爽、喔。还关了，我靠，你是待在车上？哎、欸，指纹有指纹有指纹，来拍来拍来拍。照到了，在门上面啊！我这样子照，干这玻璃应该要透明，我这样照应该也要照到啊！太诡异了。嗯，好，不愧是鬼先生。我拿相机，我要看指纹、嗯。拿相机。喂、欸，相机在哪里？有两个相机在地上。好，我拿来，走。走。哦。OK、欸。这边，这边。有哦，这里。我看到点阵了，我看到点阵了。这里。幻影女妖玉，怎么又幻影女妖玉林啊？哪里？对啊，我关门这样你就知道这样子。啊？再往左下角一点，左下角，
上面一点，左边。OK。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你看我这样子照没有，这很不合逻辑。哎、欸，被关灯关门，这人在这边。哎、欸，他来了，我看到他、欸。哎、哦，哦，救命！救命！没事没事，杀。来来，我剩了很多钱，我剩了很多钱，我不能死。Show yourself, show yourself, show us, show yourself。走，要不要跟我去拍照？他刚刚现身了。快点，快点！地上，地上洗脑了，快点吃一吃，吃一吃！你们都五十六十，五十六十。地上在车子后面啊。嗑药，大家回来吃药。我们对吃药。不是那边，来当药头。门口，我待在门口了。啊，来了，来当药头，来当药头。OK， 这次我一定要他妈嘲讽他吧。Go go。Go go。EMF 响了 ，EMF 响了。他在玩门吗 ？EMF 两级而已。看有没有信号？给我个信号。Show yourself。金属变金属。五分钟没。Show。应该超过了吧 ？Show yourself。给我个信号。Show me。嗯。Show yourself。恶作剧。Show yourself。干不理人呢。又在不理人。Show yourself。他关灯的地方会那个吗？有指纹啊。是他关他开灯的地方会现身吗 ？Show yourself。开灯的地方。哎、欸。完了，这些人不让我玩游戏了，可恶！他们换到三十四分了，一百分，交给你们了，你要现身吧。他换到三十四分，快点，我要拍他，叫他现身。哎、我觉得他是那个呢，胆小鬼耶。多人不杀吗？嗯，而且他都不回应啊。不杀那可以，对啊，那走啊，进来啊，啊啦走。看一下哦，我们有确定的是指纹嘛，对不对？然后指纹跟点阵。不点跟点阵，那我看一下有什么指纹点阵是幻影女妖玉林，怎么又这三只？我刚刚也讲过一样的话。哦，真的。EMF 跟什么？指纹。EMF 指纹。点阵跟指纹。点阵跟指纹而已。只剩点阵跟指纹。阿灵球刚才是看半天看没有，可能又是 EMF 了。完了，又是 EMF， 但不就跟刚一样了。指纹有啦。对啊，指纹有啊，点阵跟指纹啊，点阵啊，点阵跟指纹、啊。对，那只剩 EMF 跟什么？跟灵球、啊，灵球那个啊。看一下啊，女妖玉林，玉林是啥？女妖玉林跟幻影。对啊，就是 EMF 跟通灵盒、紫通灵盒、灵球、灵球。好，那就、那就是。通灵盒试试看，没有的话就是 EMF。那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刚，我们刚刚又在玩车，好呀，那个人喊半天呢，我一个人喊喊看，好，出来啊，哒哒哒哒哒哒，你喊看看，给我个信号，欸、他把这个，或他把给我一个信号，那丢到地上，看这里，没有哎、欸，不是不是这个，多人。多人刚试过啦，我刚在里面，我在喊，在里面狂喊不是吗？对啊，他拉拉去哪里了？躲在车上。哎、欸，他在把这个丢下来，他把这个照片丢下来。哦，那好像我丢的。那你丢的。真菜渣。十字架有在里面吗？有啊，我们十字架找到了。他猎杀过了没？笔记？笔记、啊、没有，他没经过猎杀。有点阵就没笔记啊。他没经过猎杀。哦，完蛋嘞。他在玩，对啊，他就只会玩啊玩、欸。我看到他的影子了，在哪里？点阵吧。你的那个对啊，点阵应该是点阵那个。Show yourself。可是，就他经过，有个东西飘过去。Show yourself。害羞吧，他是害羞仔。Show me。I want to see you. Fuck you. Fuck you.结果嘞，又是玉林吗 ？EF 五级，感觉是啊。开门声，
看门声。哦，我都没看到灵球哎、欸。没有啊，我开局在看，看到现在看不到啊。不知道，我们十字架都丢在鬼脸上。对啊，完全没事。去巫毒娃娃看看，走，跟我去。巫毒娃娃要怎么玩？我只巫毒娃娃怎么玩？对啊，十字架 K 在这边，他也不理人。丑丫头，捉弄他！哎、欸，他怎么自己烧起来？白痴哦、喔！你说那个圣母，圣母吗？对啊，超白痴，第二次也是圣母。哇，我也是遇到那一次自己扫钱。啊，你拿那个刀子在那边干嘛？哎、欸，点阵嘞！戳巫毒娃娃，你这么跑去、啊？救救下！这十字架完全没有断嘞、欸，完全没经过猎杀。你在这里吗？你在这吗？有没有新的指纹可以拍啊？给我个信号。真的要赚钱，应该把地板上这台平板捡起来才对啊。Show yourself。给我个脏水。好了，我决定拆玉林的啦。我决定拆玉林，而且他很少远离自己的死亡地点，代表他完全就是都不出来。欸、玉林通常只在周围没人的情况下呈现在镜头内，还是我们全部回去车上看摄影机？嗯哼，你要看什么？他说那个啊，玉林通常只会在周围没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镜头内啊，代表我们只能透過攝影機。对，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就是看到会不会看到他？为什么？你是看什么的？看灵球，灵球不可能啊！没吗？玉林是 EMF 5级啊！啊，可是我这边听不到啊！你要怎么看地上那么亮？我说那个特征，它的特征啊，它的特征是周围没人才会出现在镜头内。嘿，啊，可是要十级还是怎样，它才会有机会现身呢、欸？没有啊，点阵不就可以了吗？我们上次不就有一次也是点阵，然后看到它是玉林，是人 Thomas。哎、欸，声音感测器在厨房哎、欸，没、欸，没、欸。可是那个厨房是应该不是五以上才是？难道是老鼠？老鼠？你喜欢动物吗 ？Susan Thomas, show us. 啊，我猜玉林啊，受不了了。Susan Thomas, show us. 我们。赶快去找下一张地图的通灵板吧。十级哦，十级哦。Susan Thomas， 十级，十级哦。Susan Thomas， 降了，降了哦，降了哦。你对他叫嚣，他有点怕哦。Susan Thomas， show us。他都不太出来耶。啊，我猜玉林。我猜玉林。Give us a fucking sign。玉林只有在通过点阵仪式用摄像机才能看得见，对、啊，用摄像机才能看得见，哦，所以是先肉眼看不见呢、欸。对啊，所以我才说猜，因为我们有一次就是这样子猜到玉林。Show yourself， 我开始爱困了啦，他都不出来。You have no dick。我没有胆。How old are you？ 我不行的。Are you a something? You have no vagina. 你在哪？他说他有。没有啊，是经过而已。放一个。You bitchy. 哎、欸，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不是点阵吧？那是点阵。所以啊，不就这样，不就三个了吗？没有一点阵一直都有啊，点阵是第一个发现的啊。看到了，看到了，哎、欸，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玉林啊，我觉得应该是玉林、啊。点阵指纹啊，嗯，因为他说只有不在的时候才可以透过那个看到，应该是玉林。看一下我变智障了没？啊、你早就是个。Thank God。50%。Run away。Run。Run! 好死了 Today, I'm gonna revenge.
Because you killed my last life. You are fuck you. Fucking shit. Wrong, wrong, wrong. 啊，橡皮筋断了。哼。嗯。等一下，看我下橡皮筋。我就觉得橡皮筋上断了。还好，我就现在这样了。还好是刚刚讲的。不然我要半夜断掉，我就把它吃了。天哪，太可怕了！真的，那你就以后就不会肚子饿，你早上起来发现好饱，干连早餐都省了。胃会打击。难道这个橡皮筋断是他弄断的？哇！哦，不会太厉害了吧？那他有点强，就要看他是怎么用断，用牙齿咬还是用舌头舔断，还是用手把它抠断？啊，怎么样？带头，我们要不要直接去下一张地图找板板？我是很想找板板。那我们去下一张地图找板板啊。好吧，这本应该没板板。那你要猜什么？玉林啊。好吧，走吧。啊。啊哈，赌盘。因为没板板不好玩。好赚。其实50%的几率也不算低啊，板板怎么那么难出嘞？对啊，三分之一几率。谁还没上车？我在车上。刺！我也好饿，我也好累。玉林，你看。玉林，180。180。哇，完全没经验差，完全不杀。再来一张小图。拖台前呐、啊！雨林，不要闹了，粉红帮的希望。等一下，进去尿尿。好，进去尿。好，我要去，我要去。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先帮忙拿东西。好，那我们先进去，然后再尿。58是每一场58，不是两场会有一场，但是期望值来说，就是两场会有一场有期望值。对。但是他准备了，还是应该。其实这种机还是独立计算，就是是啊，但是以平均两场会有一场，对啊，就是期望值啊，对啊，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你两场都没有，但是你到了第四场才出两场这样，然后后面两场连续出，依照大数法的，没有错，然后后面才会再补几率。OK， 开门。等你们回来，我都已经把灯开完了。我是专业的，好，专业玩家。我要去尿尿，去吧。收盘，刚那一盘没有收。哦，身为皮皮渣，他们这么专业，一定可以全用活下来的吧？今天会打楼吗？我们应该会在睡前治愈一下心灵。但我觉得今天没什么精华，所以今天应该不会放上那个。那鬼都好无聊哦。今天应该不会放到 YouTube。对啊，没有什么刺激。怎么又是同一间？这是竟然是拉门，哇，这么勇啊！当然，我是 professional 吉娃娃，注意哦，我是 high 吉娃娃，阴间二。哎，尿尿好爽。分钟，这样有第一吗？
这样有第一吗？这样有第一吗？你们拿了吗？拿了。嗯，再打错了。我有哪个手电筒？晚安，被困的困。晚安，假巴金困。又是地下室走廊鬼吗？给我个信号。哎、欸，底下没有开电源吗？地下室走廊鬼。电源开了。地下室哦，开了。地下室走廊鬼，没有低于九度，没有高于九度。给我个信号。哎、欸，好，通灵盒。他说有哎、欸，他说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欸，你还好吗？先把灯打开。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你还好吗？有哎、欸，那继续测哦。我还有点饿。还有什么东西要测呢？给我个信号。吃下。给我个信号。面找通灵板。嗯，那去加摄影机点阵。哦，没找到通灵板吗？哎，还没。他在找。啊。十字架。十字架。我去拿点，我去拿点阵。我去找。我拿点阵跟十字架了。嗯。有喂、欸，有喂、欸、，You will my hand. Hi. You will my hand. Myself. 你家哪里？那我家这，哎、欸、啊，你家这边，我家，我互看。好，我们拆机互白骨。我去拿，我去拿，我去拿笔记本。赞啦，专业。我要去拿笔记本。你只会说这句话。我想要洗澡。不用洗了。不行啦，不洗臭臭。龟龟就是臭啦。龟龟哪臭？龟龟很香，乌龟很香哎。嗯嗯，可能拉拉闻过吧？不是可能，只有拉拉闻过。哎、欸，为什么我的白痴还是刚刚那个没有装上去啊？白痴哦、喔，都没装哦、喔。你说摄影机吗？对啊，一定是因为我去尿尿，然后就没人装了，因为都是我在装。我第一个冲进来开灯的。你一定是因为我去尿尿，就没人装了。只有云台，上面只有云台。哎、欸，灯关了还是爆电了？反正要下去走吧。爆电了，爆电了！进去开，进去开。喂 ，Go Go！ 开了，开了，开了。灯要重开。用我可以烧乌兔娃娃吗？能吗？嗯。嗯。啊，你已经架了哇！你已经架两项之力了，这个位置还真的没办法架三项之力，对吧、啊？要拆机互啄。找不到通灵板。不是很棒耶，金主。哇，今天有几个第一呢？找不到通灵板。这风扇是他开的吗？嗯，应该是跟着灯开的吧，我猜。没有人在里面呢。金主是不是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我看没有啊。你看了没有？可是我那个点阵常常有时候他到很后面才出来，所以对啊。可是灵球，灵球一定要有啊，没有就没有了。对，所以灵球没有 ，ENF 的几率很高。没有指纹呢、欸？有指纹吗？没有，他的眉都拉得很低，我都很仔细在听。哦，我都不知道他说有指纹还没指纹。
那我们去测个 ENF 吗？嗯，哇，好像。而且为什么又没有通灵板呢、啊？这几率也太低了吧？这绝对不是50%了，我觉得。已经连续四场还五场了。哎、欸、，ENF 的机器在哪里？都在楼下，都被丢楼下了。哦，这么快。洗衣机上面的板，洗衣机我刚去看过了，也没有。浪鬼彩岩。哎、欸，他写书了，写书了。写书了，那写字了，写字了。写书就没有那个阿廷镇了。通灵盒，死魂器。EF、喂，魂魄烧灵猛。哎、欸，有指纹，关灯、哦，拍照。一点。烧灵，干嘛烧灵？有一点绿色的，可以关普通手电筒吗？看到吗？哦，那灯上面一点点也太小了吧！你要往左边一点。够了。有。有人拍吗？我们有盐巴吗？欸、你拍照啊！我拿着这个，你们拍、啊。不是那个龟龟没有拍。我没有相机。那不是相机？那你们照。我的是一般手电筒，哎，真的不会早点讲，我们都有有，恶作剧而已，恶作剧，恶作剧，不，快跑，快跑！没有猎杀，没有猎杀。我们研发是不是消耗品啊？啊？我们有找到研发哎、欸，但荧光棒跟研发好像是消耗品哦。你照吗？你照我拍吗？我，我没有、哦、好。可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岩光、啊、不是。我在讲什么？荧光棒跟盐巴都没有补，它是改版的。它是改的啊，昨天都还有啊。对啊。那关掉。想一下哦。OK。现在有。走吧。那个确定的是指纹跟笔记，那就是骚灵、恶魔跟鬼音。Boy or girl？ 靠背被你吓一下。鬼音的话是 EF。骚灵、恶魔。招灵啊！恶魔是刺骨。哎、欸，等下多人，我想起来了，他是招灵是通灵盒，陪我一下。Are you a boy? Are you female? 嗯。你找到板子了、哦、？It was a sign. 没有。It was a sign. OK， 通灵。对，确定。他回你了、哦。I'm close.哎、欸，我一开始不就说通灵盒了吗？没有，我只是想要问他是男的女的。哦，那就确定了。那这个马呢？但是我失败了。他想玩啊。招灵，嗯，要再换一个地图找板板吗？可是我想去洗澡、欸，哎，我有点爱困了，我要去提个神了、啊。要去提个神，那我们找谁来加入我们？蓝莓又到这时间了。那我也要去洗澡哎、欸。哇，那我们就只好休息打撸啦。休息打咯，你说我打一场积分等你回来吗？哈哈，好两部排行榜是不是没更新？还有排行榜？有人换十万吗？好，我没关系，我们先 end 掉这一场，先这场先拿下。是你们是说正常排行榜哦？直播洗澡应该会被什么鬼？什么鬼？招领，换很多十万的那个哎、欸，蓝莓碎了，是哦，我按招领了，嗯，哎，奇怪，我去看一下那个代管理的那个，嗯。喂，你们猜好了吗？我关门了，请关。好，喂，什么六呗？再见了，骚灵。骚灵，拜拜。再见了，骚年。120块怎么这么便宜？都没玩，我任务都没做啊，没接任务。十字架阻止猎杀都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对啊，我看到了名流青石啊，先购买，我把那个买一买，
盐四罐，没有嘛？你要多买几罐这样子。哦，对，就是、买个十罐，太多了。荧光棒，还有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消耗品吗？不是，我也买好了。我加了那个各，我把那个补满。荧光棒二。低音应该已经结束了吧？我刚低音很久哎。啊！继续。那我先。所以两个要继续打。嗯。那我跟观众打一场 AR。啊！我也想要打喽，你不等我。你不要洗澡啊！我也想打喽，你不等。那我洗完澡你回来要陪我打喽吗？嗯，好吧，今天先玩这样好了。好哦。啊，不是找你不是要找板板？哦，对，好，那等你回来再找，啊、找个板板在那个。不然这样子嘛，我再陪你找一场，我再去洗澡，好不好？然后我洗完澡回来就打喽，怎么样？那也要找得到啊，而且半星已经跳了。白痴，我想说，嗯，好就去了，然后好我回来。听到没有，白痴。好，就再陪你找一场，再陪你找一场。这一场没有板板，我也要去洗澡喽。嗯，帮你开赌盘嘛。这场没有板板，这场有没有板？哎、欸，好哎、欸，这个还不错。这有时候可能眼皮没看到啊。那就是这一场我们会不会找到板板？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个文字游戏问题了、嗯。我们能不能找到板板？啊，我们没找到，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烂了。来吧，按准备喽。好。东西。好。我准备不了，为什么？准备了。我补一下，有些东西没补。喂。哎。好了，应该。OK。人说他看他玩了三场没死掉，东西没有消耗、欸，嗯。难的。嗯。可能他看我们太有钱了，一直消耗我们的东西。妈的！哇，这次灯又在楼上啊！天，嗯，这是什么地图？啊，你要开大地图？对啊，学校。哦，谢谢。大地图不是比较难找吗？但大地图找到就可以玩很久了。呜、哦，我都快睡着了。那没事，那就后来就如果我们找到就给我玩，然后就是对，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速速战决。好，在二楼的上去以后，左边上去之后，右转的右转第三圈、啊。你们拿东西吧，我去开灯。好，好，很麻烦。主播怎么这样子？等一下，我去拿那个，等温度计接一下。我丢一个在地上，你可以先接。我看到了，谢了。谢了。一个人走有点可怕。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可怕。但是那只龟是飞舞，打这场打不到我。什么任务？灵力平均25，驱散，正目驱散。我只要想睡觉就会不说话。开灯，开灯了，开灯了。好，那我要进去找那个了。来个十字架，我也出发啦。哎，没有温度计了，在地上，在路口地上。好，冲了。红灯板，哎，
通灵板，我想要通灵板。我刚才就不小心打瞌睡，然后撞墙，干，像白痴啊！低能儿吧？哎，嗯嗯。OK OK， 等等，拜拜。9:40 OK OK， 拜拜拜拜。哇，我刚才耍白痴，我蹲着走路，然后自己都没发现，太想睡了。睡的可以睡了吗？当然了，早点休息啊、哦！真的，早点休息，不然光要走路撞到墙。嗯，五分钟早就过了。不对，明明低音只有一分钟。我不要吃篮球场。有声音呢？在哪里？摩托车的声音。那是繁星那边的摩托车。啊，找不到通灵斑斑，要换就一次换，开开关关的很麻烦你。对呀、啊，你看这就是，这就是你们一直在那个那叫什么？那个？你刚刚讲台那个隐藏台规？嗯，没有啦，我在开玩笑，那个我就想追他。耶！因为什么？我外卖来了。可恶！怎么来了？外卖？难道是Food Panda？这个太过分了！我现在饿着肚子，你给我喊外卖来了，而且我好想睡觉。来烤串。你好过分！今天还没吃到烧肉。主播变了他。哦。嗯。哎、欸，果果，你看，我了，我不要看了，你等下传信息给我，不看，继续看。十一度，十四，十三，洗头，洗脚，洗头，搁洗脚。没看到通灵板。学校真的有通灵板吗？有通灵板，没找到。有啊，通灵板是哪一国的？空灵什么？通灵板。通灵板。关灯。这一间我有没有找过？这是本座。有声音呢。好难找到通灵板，这是谁？这是你吗，菜头？没有，是我。嗯，这件我找过了。没有啊，我要看灵球啊。灵球。对呀、啊。灵电话灵灵。一楼吗？这件？哎、欸，不是，不是这件。哎、欸，可是电话掉下来了，这件吗？我也不知道。不是啦，这边不应该不是这个方向的。二楼吗？听起来是在另外一边。我刚好像看到你们，应该是在另外一边。可是我听离我们是蛮近的、啊。那可能对啊，就是在右边嘛。我们去二楼找。学校好像都是某一间教室。我的肚子刚咕咕叫了，代表我很饿。左边又叫了、欸，又电话铃铃铃的。是烧铃啊，一直铃铃铃。烧铃，骚扰铃声吗？刚好。吃宵夜了，我没洗澡，我洗完澡就不能吃宵夜，就刷牙。怎么都那么热，18度啊！对啊，15.2，这次是该不是一楼鬼吧？你们这边都逛过了吗？哪里？难道又是刚到二楼？我们刚对啊，哎、欸，你们刚上来二楼？嗯嗯，哦，我看到了，我从你们接下去的地方。热，送个篮球啊！二楼好热啊！刚好像听到心跳声哎、欸，
哎，真的在二楼哎、欸。前面那一间，前面那一间。是在厕所，看一下。厕所有电话吗？没有，没有。他会在附近房间附近。这间。他在房间附近，只要是房间附近，他都会玩。不好意思，我看个灵球。哪一间啊？没有，还不知道。刚才不是说这间。方向来，刚刚听方向是这间。哎、欸，白骨哎、欸，仓库鬼吗？厕所，刚刚那间对面厕所。仓库鬼吗？这边，你们去哪里？有带相机吗？这里。啊，狗仔。这里。白骨在里面。嗯？狗仔。13 16 13 12，又找不到板板了，太难找了板板。哎，3.5度，为什么我捡不到这个白骨、啊？我这边走到底，我捡不到哎、欸。这一间捡不到，那我来捡。啊，有了，4.9，五度。这次的鬼超级远，三度，八度，零球，零球，零球，有零球，有零球，好好玩它了。那就这边，看有没有指纹。北区啊！零，快拍，太过分了吧？不是在我们在的时候零也太过分了吧？十字架扔，哎 B， G， 两级，二，给我个信号，要关灯。对，再见。给我个信号。哦，五猎杀了，猎杀，直走，你们去哪？我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哥，鸟兽散，走出来，往你那边走。对，但他走很慢。看到了。完了，我好像会被追上。哇！现在被追上了。哦，快跑，菜头，拔腿狂奔。哎、欸，没有哎、欸，他追不上我们，他进去别间房间。我听到他开门吗？好呆。这个老头。嗯。啊，没了。好，结束。走吧。好，所以刚刚有这两星可恶，操！灵球跟什么？你就灵球啊。就灵球。那我们去架 EMF。我带笔记本跟十字架。哎、欸，刚十字架刚丢就猎杀哎。啊，他这样应该是来不及触发到，应该来不及触发。因为他一说好，十字架丢，然后就噔，然后就马上过来，刚怎样？又裂了吗？没有啊，没有。嗯，那形容刚刚他有多鸡歪、哦？哇，我们都变脑瘫了，我们平均值已经到30了。30就这么想杀我们？满、星跟大家都20级了。最底这一间吗？嗯，大家先来当药头吧。是哪一间？哦，这间。最底下的一关，笔记本 EMF 拿了，我拿笔记本 EMF。没看到对面，你们要记得吃药哦。好。药。要通灵板吗？看死路。你们一楼的房间都逛过了。我跟龟龟只撞那个逛右边。好，那我去一楼找另外一边。啊，其他交给我们。耶、yeah, ！我又我掉下来。哈我怎么上去的、啊、
有了，你看我上来了，嘿嘿，你上不来。啊？怎么了？他上不来这个手扶梯，这个旁边的柱子扶手。为什么？嘿嘿嘿嘿，你上不来，你上不来。你怎么上去的？天才才上得来了。那不可能啊，那就是你是笨蛋。废了，怎么上啊？啊，我不告诉你啊，想学啊，求我啊。告诉我。告诉我。老鼠。啊。完了，什么？我也上不去了。我突然也不会，我变笨了，看上不去了，妈的，笨蛋，走啦！哎，有了耶！哎，你上不来，为什么？为什么？看小熊，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吗？就他们两个在玩。我们在，哎，我下不去了，我下不去了，我下不去了，下来，下来，下来了。我要先去把东西哎，等我装一装。嗯，啊，你们有嗑药吗？菜头有嗑药吗？啊，没有哎、欸，哦，没关系，没关系啊，算了。哎，他想啊。没事啊，给他想。我在找，我还在找那个。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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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彩岩不是结束了吗？没有彩岩任务啊。哦、oh.。我只是想让你拍主机啊。OK。笔记本点灯。还有什么要拿的？笔记本有，笔记本有。我拿了，我拿了笔记本，我刚。笔记本有。证据。哎、哦，他马上写啊、哦？没有，他我是放在桌子上的。哦，好哎、欸，所以是哎、欸、来了来了，走吧走吧。哦，所以是灵球笔记本。嗯，猎杀的话，我应该距离他超远吧？如果我距离没算错的话。哇，强光手电筒啊，好强好强啊，受不了，太刺眼了。哎、欸，为什么那个光在你胯下、啊？什么光在我胯下？可能我刚玩那个扶手嘛，然后就卡 bug。妈的！你们躲起来啊！你手电筒的光在你胯下发出来的。我们没有躲啊，是躲起来是在我们在走廊走。他是找不到我们啊。哎、欸，结束了。到最近我开关灯的声音，又听到了。哦，找不到板，那有证据了吗？两个。笔记本跟零头。我上来了，你这白痴。你还在玩啊？真是，好呆耶！玩那个。灵球跟笔记，所以是梦魇亡魂其中一个。亡魂的亡魂的话就是寒温，梦魇是通灵。又在闪了，哇！笔记，他关门嘞。嗯嗯。笔记灵球。笔记是你打。我觉得是通灵啊，应该没有寒温啊。他猎杀了嘞，对啊。寒温。梦魇吧。对啊，我觉得通灵啊，梦魇。因为他猎杀也没有跑很快啊。不去，不去。哈哈，你这个废物。
上不来了吧？进不去，进不去，进不去。那走，开门。好啦。我能上来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等一下，有卡路在这里。好像是。两点了。所以你整个那个都找过了，整栋都找了，就没有那个板。我找到一间没有开门过的。应该是那个啦，然后因为我们应该知道鬼是谁，应该是梦魇。为什么？没有寒温呢、啊？哦，那点阵怎么不见了？不是这一间吗？哦，下一间啊。OK， 那就猜梦猜吧，然后梦魇，然后准备打喽吧。好，亡魂。是亡魂吗？不对，梦魇。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证据第三个会是什么？亡魂。第三个是通灵盒。通灵盒。这个白痴还说自己天才。要想你看上这个白痴哎。哦不哦不。你吵了吗？什么是什么灵？他们说梦魇。对，我们刚完全没有说要灵这个字，你从哪里听到的？通灵盒，没有，我完全没有说亡灵啊，我是亡魂。你看你们两个打七骂俏，43%跟55%，我们两个零趴的，在 carry 你们。你是懒趴啦。你们刚不是在玩那个楼梯溜滑？你们刚才玩溜滑梯？我上来了。在玩溜滑梯啊。找一个人。我来了。怎么了？你也在玩？我没有啊。你也在玩？你也要玩那个吗？我架摄影机，什么都我丢的。好。跟跟跟跟。这梦魇是谁提议的？或者怪他？梦魇是我提议的、啊。怪你。耶！轻轻松松255。好喂，好，我的等级超越拉拉了，这个咬到舌头好痛，爱吃。你的等级被我超越了，因为我今天是，我要去洗澡。好，我要去洗澡。你不用洗，那我们反正我们两个玩一场。那你也不要洗啊。好啊，我要洗，我必须得洗。我也要洗。我们两个来玩小的。我要去洗澡。我先关台啦，打喽我就不开了，你们去看菜渣的就好了，拜拜。干，为什么我一关了人就变多了？到底想怎样？更不想让你洗澡。哦，不行啊，我要洗澡啦。我还是想要再找到通灵板。小地图啊，贝里欧啊，还是我就等一下打楼也开好了，那我就先挂着，先不关，反正准备喽。楼在哪？先开着楼啊。我金主啊，你要保护好我。哦，金主不能死哦。我不出去哦。绑好。要喝水吗？你们就先看一下我楼的话。好了。底线啥？来吧，等一下没有人。
我现在减二，房号，有没有人要加加？什么观众场？对啊，我们让观众进来跟我们。那我可以全部回收给金主爸爸进来。哦、，Fire in the hell， 这个人好凶啊！好了，我通通回收了，交给金主爸爸，我重新进来好了。然后会不会被抢走嘞？加入私房连接，耶！等等，其实那有什么？哦啦，哦一起，耶！有金主对吧？嗯，好，准备小图来一间，希望我们这次可以找到。哎，再要再按一次准备，不然那个。好，再按一次准备。刚不小心按到再选地图。记得按准备，要上 DC 吗？那我们去楼下，我们去。对啊，去游戏一厅。一厅，好。这边就可以调小。喂，有声音没音？我看不到直播现在。没事。有声音。我的网现在有点慢，所以不可以看直播。没关系。好的。我就负责做金主。太好了。因为无所畏惧。啊！英文可以用。哎、欸，贝利没关台了吗？又是我们四个人。嗯。前天的组合。帮我看看，贝利没关台了吗？欸，那我们这把应该不要下比较好。你们要不要下蓝色的啊？对，因为我没在直播，所以我不知道。玩的都要下蓝色啊。好啊，那我下蓝色。我来下蓝色。欸，没有，你是不是你有开吗？谁？谁？有新的预测有开吗？没有，没开。啊 ，OK。先把直播按暂停。哎、欸，好像全部人长一个样。同一个吗？好像是。你们两、嗯，你们两个现在是一个样。你也是啊。嗯。两个菜，三个菜章一个样。那就是三个字，三个蜘蛛人互指的那个张图。有危险。不、哦，我们三个长一样。对啊。是的。What the fuck？换机更换，我卡在90%。没事，还有只，还有他也只有90%可以卡。对，练深蹲。哎、欸，好像进了。哎呦！哎、欸、哦，不一样哦，有一个不一样哦。哦，只有我不一样吗？对，真觉不凡。那我就待在车子里了。啊？运动感测，灵异事件，圣木 ，Robert Anderson， 地下室还是二楼啊？应该是二楼吧？二楼右转再左转，二楼右转再左转，地图啊，二楼右转再左转，哦，是小木屋哦，好可怕，是的。来，就不
没事啦，昨晚就不会怕了。渣渣要保护我们，可是你还是很怕啊。不要，受死吧，受死吧。Q Q 谁？这边开灯，走开！我在找灵球。哎、欸，这是你吗？我啊。你现在到这 ？OK。没开灯的就是我、啊。好，我来看一下温度。嗯，那不是这一件了。我是个勤劳的搬运工。哎、欸，电阀开了吗？开了，开了，开了。七度，一点九度，六点三度，八点二度，超过九度我就要离开了，快点！九点八好没有？不在仓库。八点七，十点六。九点九啊，也不在，也不在二楼右边。九点七，光棒。八点七，七点六，都是八度以上。哎、欸，把门关起来，灯就会自动关啊？没有啊。哦，没事，没有，我看错了，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没有灯。好、哦，抱歉，抱歉，我以为这只没人。我还以为是鬼关的，吓到队友哎、欸！我成功了哎、欸，有点久，压得好哎、欸。二楼全，二楼没有鬼房。欸、你的通灵靠腰不是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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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这样，那地毯对不起。哇、啊，骗我！我也很开心，我不止吓到队友，还骗到队友。天哪、啊！你今天一直救着我哎、欸，然后一直。担心是不是讨厌我？我也没喜欢过你啊。板板可能在地下室。圣木。我没有喜欢过你，你怎么会这样觉得？可恶！被发现，你居然知道我是谁？地下室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最近有地下室吗？最近有地下室。他们说小木的板板可能出现在地下室。可能。哎、欸，这个是刚才有没有玩那个？这是我们刚刚厕所的那个吧，被 Juke 的那个。我还没有玩啊。有，刚才玩了，然后菜渣开台，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对，我们一结束，你们就开台了。不然你们私下可以多玩啊，然后蓝莓缺就可以抓玩。有啊，可以玩啊。很好、啊。凑不到那么多人。哎、欸，怎么有人在这边放那个了？奇怪，找不到鬼房。已经确定了吗？没有，我只是放进去，等一下好确认位置而已。不过。刚才讲二楼哪里有鬼房？二楼都看过了吗？二楼全部没有鬼房。哦，找不到鬼房嘞、欸，还是高是高温鬼吗？没有，应该不是。那我顶阵也都换过了、欸、那我用 ENF 找喽。那我用顶阵来找喽。通灵啊，乖乖啊！哇，二十一度，给我个信号。哎、欸，这边有白骨哎、欸，有人拍吗？哪里？我没带相机，等一下。应该左转，然后那个地上就有。你拿。等一下，还没拍。我说你拿相机。哦。你拿了。哦。给我个信号。哎、找不到鬼房。有人来。现行啊，北七，没事。现行了。哪里？先行。这里，给我个信号。哎、欸，寒风刺骨，我看到白烟了。福利度。这间，为什么？这间。这里吗？我刚好没有看到这间吗？哦，富，有了。房厨房。福利，没想到，我绕了这么久，竟然刚好没有看到、这个。在这里，哎、欸，它是在角落、欸，哎，它只有这个角落才有温度。妈的，我几乎每个地方都探过了，竟然。想到突然。咚咚看着我，离门很近呢。啊，结果没人要拍他，可怜呐、啊。可怜的，没带相机。对啊，搬运工。相机我没丢啊，我有丢不是吗？哪里？哎、欸，我去架摄影机。哎，没丢啊。嗨，小鱼。运动检测器，哎呦，那个运动检测，
我加一台了，看要不要再加一台。相机有人拿了吗？我加了好几台了。啊好，我拿一下相机好了。有通灵跟什么？哎、欸，柜子。只有通灵的样子。没有寒风刺骨，有寒风刺骨。哦，寒风刺骨。哎、欸。没事没事没事，恶作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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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狗啊！来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啊？没指纹。我哎、欸，拍了就有了嘛？那我接下来啊。嗯。没指纹。二级耶、欸。二级而已吗？哎，他看着你们哎、欸。没指纹。运动感测器没反应。他又关灯了，这家伙。很爱玩欸，玩爽没？他不在自己房间玩灯，是那间还是这间？这里，我这里，我这里，里面这间。哎、欸，有指纹，有指纹，有指纹。不是厨房吗？不是这间吗？厨房，厨房。可是他现在在这里、欸。他现在在这里、欸，他现在在这个灯这里。哼。更新之后好像还会全地图到处走，可是只会在一个点。几级？几级？鬼点二级，二级。鬼点在这里，可是他会到处走。鬼房在这里啊，不是吗？鬼房。哎、欸，四级，四级，哇！现在只有寒风。五级，五级，五级，有五级，五级，结束了。四级，五级寒风，五级寒风，哎、欸，结束了吗？没找到板，走吧。没有、啊，五级寒风，哦，点阵。对啊，还有一个五级寒风指纹，点阵寒，哦，哎、欸，有指纹啊，巨灵，有指纹。你要拍一下吗？拍个钱之类的。任务你要做吗？不是有人拍吗？指纹有拍到吗？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没有，只拍没有啊，只有拍到骨头啊。来，我跟你拍。等下，我们先嗑药，我们先嗑药。我27了。我多少？我78，不用管。我不管多低，都嗑一下。OK， 大家都嗑，走。太过了，一个人拍吧。我拍。很快。对，哪里？看到吗？这里，开关。哪一个？开关。你说在电话上面吗？还是开关？菜渣的头顶就。菜渣的头顶在那里。哎、欸，好，等一下。有拍到吗？看一下。有三星。OK。啊，他一直在玩灯哎、欸。好，先撤。嗯哼。哎、欸、哎、欸，心跳出现了。心跳，撤。还是你们要拍他？想拍他哎、欸，他好像很容易现身。那来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几级，再决定要满级，满级降了，不是理智。啊 ，You here？ 对啊，阿树你63，你吃一个，我们再进去。好，等我一下，我在那个巨灵，对巨灵，迷有错。巨灵不是听说也很凶吗？凶，很快速度。那我们75%，然后他吃完应该就会85%，好，没事，可以拍了。好、哇，来吧，赌他现身。关闭电源可以。你要再找一回合版本吗？哎、欸，他说关闭电源呢、欸，所以我们去把那个关掉就好了。关闭电源。对啊，他说关闭电源可以阻止巨人启动技能啊。哦，但是我想要让他启动技能。好啊。那我要站在门口，或是直接现身之类的，现形吧。我记得拍那个寒风刺骨的武器会有分数拿。那你有没有要来这边吐个气？没有，你相机给我丢给我。嘿，倒退拍吗？因为我以前的版本有拍过，又是以前的版本。他现在在水那边，没烟。那我去拿一下圣木好了。如果他出现的话，哎呦，他很爱玩这个灯，说不定会出现。哎、欸，有声音呢。Show yourself、欸。哎 ，Show。可是好像不太容易进猎杀的感觉。Do a trick, coward。嗯？为什么那个烟它显示是指纹？
啊 ？Howard， 现行吧，小鸡鸡，现行吧。你在这里吗？你会画画吗 ？Show yourself。Show yourself。我确定他是不是一个人呢、欸？要不要关灯问呢 ？Show yourself。Show yourself。北七 ，Show yourself。哎呀，没有拍到。你关的？我关着，我关着。不是说要关灯问吗？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哦，没有开灯啊，他探长完灯。Show yourself。相机看你们拿一下，我可以拿什么 ？Show yourself。哎，有晕。有在在。他在附近。Show yourself。Are you here? Tell them. 你在这里吗？他在我这里。你要挑战 scare us. You can't scare us. 现行吧。他现在贴着我。那你这个是你吗 ？Show us. 哎，因为只有一个人在里面。Show yourself. 哦，完门完门，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哎，现形了，三级而已，哦，来不及拍。Show yourself， 还是你要叫他的名字 ？Robert Anderson， 罗伯特·安德森 ，Robert Anderson。Robert Anderson， show yourself。Robert Anderson， Robert Anderson， show yourself。Show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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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级哦！哦，是猎杀玩家哦，我以为是在鬼附近烧的。对啊，哇，只有猎杀才有。哇，我再麻烦你们来帮忙一下。哦，八级，他出来。八级。Show yourself. 哎，出来了，他出来在哪里？我没看到。哦，八级。他的影子，我干。哎、欸，讲 show yourself 好像真的有用、欸欸、你们可以拿圣木来救一下我们吗？拍到了，三星，飞走了。我圣木用光了，已经拍到了。我有啊，我还有一根。你们要解最后一个吗？你们要解圣木吗？就是炉子猎杀25块，你不是保守派的吗？我是保守派的。看你们，看菜渣，因为龟龟洗好澡了。龟龟开了另外一款游戏。好吧，来打喽吧。好诶、欸，好诶、欸，那巨灵，巨灵选好了。这个到底是干啥用？引族通臂，当赛季挑战任务。195，195。好，我们先上去了。耶、yeah. ，好，拜拜。好，饿了。好啦，我这边差不多关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明天礼拜五看菜渣玩什么吧，可能 GTA， 不然就可能啊，不，对不起，我明天是要玩那个喵哈的电话传，跟喵哈的电话传情，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各位晚安喽，困啊。白色打开 Premium